喂喂，みなさん、聞こえますか？这里是美金的频道。在欢迎他们之前，我先来跟大家讲一下哈，这是行前规则啦。今天我就不一一打招呼了，大家晚安。跟大家讲哦，就是虽然我发了很正式的公告跟大家说，就是请不要やめてください，请不要就是发一些很白目的问题。那我觉得呢，就是还是用平常美金会讲的方式讲一下好了。干，那给我呛小呛鼻吼，自己小心，自己把白目收起来吼。我就先讲了，不要欠骂哦，欠骂我等一下真的是让你们呛小呛鼻哦。干，好，讲完了。我今天大港没抢到票，我心情不是很好，所以请不要惹我哈。那我们就来准备欢迎他们出场。对，嗨，大家晚安。哎，大家晚安。好，这里是哈贝哥。对，这里是枪击波啦，还有他们的经纪人。现在到底有谁在线上？哦，对，就团员跟经纪人，其他人还没进来。对，我就问过美金谁有大港票，没有人有。对。总之不要呛小呛鼻，然后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因为有一些应该是听团圈的人。大家好，我是台湾 VTuber 林美金，下部世界淫魔666岁，你们也可以叫我阿嬷啦，阿嬷，对，阿嬷，对，阿嬷好。应该在团圈，我在团圈啊，在他们面前我不可以说我是阿嬷，我年资太浅，年资尚浅哈，年资尚浅，但可以啊，没关系，没关系，我们不要把我卖掉，你们要珍惜阿嬷，对，你们要珍惜阿嬷，不要把阿嬷卖掉，阿嬷不能卖。好，首先好，那我自我介绍完了，跟大家讲一下 VTuber 是啥，就是虚拟主播哈，就是对，对我就这个东西就是我。好，那我现在来就是请他们自我介绍。枪击波啦，那我先 Q 主唱好了，主唱兼贝斯手子豪。嗨，大家好，我是子豪。结束了吗？对，结束了。结束了，好。然后是吉他手阿杰。大家好，我是阿杰。还有吉他，还有吉他，酷哦，酷哦。好，那找一下有什么东西，找一下什么东西。现在大家可以再找，是不是？可以再找有什么？好，然后接下来是鼓手敏彦王爷。大家好，我是敏彦。为什么你这么远？你是不是又躺着？你是不是又躺着？掉到马桶里，伸懒腰而已。真的不是躺着吗？刚刚开始前我们在讨论他是不是躺着，但我觉得好像是。我现在躺着。躺啊，躺啊，怕你啊！躺平，躺啊！我已经躺了。然后你躺了，好。然后经纪人，嗨，我是 Kate， 耶！嗨，嗨 ，Kate。对，鼓手贝斯跟鼓手谁的存在感比较低？我是觉得，但我是鼓手啊。看颜值，狗妹，我啦，我看颜值，好不好？对，我们团只有三， okay. 我们团只有三个，蛮难没有存在感，因为只有三个人，对，三个人也没有很少吧？可能是音乐的关系吧，都很忙啊，没有人很闲啊，没有像别的团的鼓手、歌手都很闲， oh. 所以你是没有存在感，你是不是在得罪人？这个是不是就开始在得罪人？这是一个大普遍的认知，会觉得他们没在干嘛。其实他们都很认真，只是看起来没在干嘛，所以就没有存在感。真的没在干嘛？对，我要黑掉，要黑掉。是不是越讲越黑？我现在是不是觉得好像越讲越黑？我跟你们说，上一次啊，就是秋山他们来上节目，然后不知道讲一讲就讲到说。什么？如果要很 chill 要怎么办？他们就说啊，喝酒配肌肉松弛剂啦。然后我就说，干，这次不能再搞这个。但现在松弛剂有什么效果？我不知道。他们说如果肌肉松弛剂配酒就会很强。我不知道，我没有做过，大家请不要。那是要医生开吧？那是处方的药。肌肉松弛剂，药局就买得到，一颗10块。是啊，真的假的？你有用过？便宜啊、我常在吃啊。喝酒的时候吃，我没有喝酒而已。可是喝酒配药不太好，不行啊，这不行啊，这就是
就不行啊！你们声音这样不好哦，是不是要害我黑啦？因为我以前有严重的偏头痛，所以我会吃补拿疼。可是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几乎每天都爱喝酒，所以我的补拿疼都是配酒吃，好香，然后就会会呛，就会呛，就会害。那个比较像走奈何桥的感觉。那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哎，你就不痛啦、啊。不痛了，都不痛了、啊。你的头痛就会不痛啊，跪求，你的头痛就会好、啊，跪求，跪求，跪求，你就会对有一个状况、啊。可是后来我去看头痛跟精神科医生，那医生都问我说：“你止痛药你都怎么吃？”我说：“配酒。”刚好他就把我干掉一顿。干这时候他说这样很危险，这时候是不是要来帮你配个音效？刚刚都有人拿吉他了，我应该要这样吗？你那个 sustain， 哎、欸，对对对对，要这样，对对对对对对，手不可以闷住啊，对手闷住，刚刚晚上不要乱，你要让他延音再长一点，对。现在是那个嘛，敲击指导，对，这样非常好，这样非常好，就是这样，来个音啊、就是，手可以再放松一 点，大家是不是开始jam了？我们都问题都还没有开始就开始在这边。不对吧？不行，不可以玩。等一下，这怎么玩起来了？讨论那个肌肉酸痛要开什么？肌肉酸痛开什么？哎、欸，不，我的管理员还真的有医生哎、欸，我是不是要来药物滥用？要问医生说，哎、欸，该开什么？如果要肌肉松弛剂打鼓手痛会比较好吗？打鼓手痛那应该是要吃止痛药吧，不是吃肌肉松弛剂吧？我说那个打下去的那个痛啊，会不会比较松？你那个太窄，没有人听得懂啊！吕巴郎老师说他都这样吃啊 ，T O N， 就他秋山鼓手，就他这样吃啦。对，好。吕巴郎是阿中吗？对啊，是吧？他就是阿中嘛，对不对？对对 ，K 是不是？他就是血肉拳鼓手啊？对对。哦 ，OK， 血叉。血叉哦，不能讲名字哦。没有没有，不能讲啊。我其实没有讲。等下就有500个人来按 dislike， 来啊，按啊按啊，怕你、啊。不会啦，大家都朋友，那我差没关系。大家都朋友。火之鸡超赞超帅的，好不好？不 dislike 回去就好了。你来不及。dislike 也超赞。等一下，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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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不及，你们刚刚。对，每次 YouTube 好像取消 dislike 这个东西，对他现在看不到，他现在看不到了。对，那你们尽量按吧，尽量按吧，呵呵。dislike 很赞啊，我说那是一个团啊，对，就是大家全部按 dislike 吗？对，然后就按赞这样。好，那我要开始第一个问题了。哦，好，好，第一个问题，好，为啥大家会凑在一起？我先讲好了，好，就是这个团一开始是我跟阿姐还有我们的前鼓手宝林，我们三个下班之后的休闲活动，嗯，对，然后就是练一些没有人会练的歌，然后不要这样，团介都是这样写，不要这样啦，我们对，就是练一些无为不为的歌，然后后来开始写歌，开始录，其实也没有要表演， hey. 就是想要做爽，对， hey. 所以一开始只是因为兴趣成立这个团，这样， hey. 其实也没有想到要发片或者是要发片，就又是这个发片问题了。对，其实当初没有想到会变成后来变半职业这样，但是还是很难以纯。做团为生吧，有经历过那样啊，很惨啊，很惨吧，自产自销，丰衣足食，没有丰衣足食，没有。如果唱片公司搞不定，他做的不好的话，你就会很惨啊。但那是也要签经纪约的情况，就是签唱就签了、啊、唱片，就是、对啊，签了，然后他们很挂，你就很挂啊。哎、欸，我要先强调，不是我。我们现在讲的是我们之前签约的公司、啊、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就算是算前全职乐团了。哪一间公司？严选啊。
老板是是不是讲是不是都讲的啦 you know, I don't care anymore. You don't care everyone. 没关系，我也断线吗？赶快断线！你刚刚讲，怎么听不到声音？没有没有，听到没有啦？那个是，我觉得那个是当初大家认知没有瞧好，对，嗯，你说谁对谁错，我觉得都有问题啦，对，可以理解，我完全的可以理解，对，因为对啊。啊、因为做我们这一行也是呢，大家不要随便乱签企业式经纪约哦，签下去我没有讲哦，我刚被盗账号，我刚被盗账号。签约真的要看，签约真的要看，大概要看清楚，大概要说理由，不要签了一些奇奇怪怪的经纪约、嗯。对，没错，不要。你的问题是什么？我有点忘了，我、哦、当初为什么凑？为什么凑在一起？哦，OK， 对，就是兴趣了，对，兴趣。对，是因为兴趣，然后三个人凑在一起，然后开始创作。那偷，那偷问你们现在还是有正职对不对？我记得是有，有、啊。其实都有啊，对啊。对啊，那大家真的是。其实那个时候在唱片公司，其实我们还是都有在交情干嘛？对。哇，交情。嗯。是。大部分都是老师啊，对啊。哇，可是我觉得可以交情，其实也很不错的，很多。哈，我是不是要得罪人呢？我觉得我得罪人警告，就是很多就是比较没有红的团的团员就会在咖啡店打工。哎、欸，你如果真的有在咖啡店打工，不要骂我。是，要频道会不会被 ban 掉？不会啦，不会啦，咖啡店打工怎么会被 ban？ 我还没讲咖啡店呢、欸。一个人可是我觉得咖啡店打工好像比没有什么不好哎、欸。搞不好他是自己开的啊，對啊不是自己开的啊，就是打工怎么会自己开完呢？老师真的没有比较崇高啊，对对对，咖啡店打工比较准，也是啦，咖啡店要面对奥客，对啦，可是你老师还是要面对家长啊，虽然我是没有啊，对。面对家长，你们教的是小朋友吗？问王爷啊，问敏燕啊，他就是教小朋友跟人妻那种的啊，专门对付人妻，人妻自己就是托儿所，不要吵小学生，然后都要对妈妈，小朋友的妈妈也来上课那种的。哇，上什么课？我可以鼓啊，打鼓啊，你确定是鼓吗？没有，没事，对不起。啊、就是打鼓，怕够啦，怕够啦，咚咚咚。欸，有在咖啡店打工的乐手路过了，完了，对不起，完蛋了，切腹我的观众，是我的观众，对不起，我赌下座，我切腹，我现在切腹。你要被 ban 了，我要被 ban 了，不会被 ban 啦，顶多就是他们就是没有啊，永不回头。我们认识的其实都有不一样的政治、啊、有的人是送货的、啊，有的人是干嘛的，对。对啊，其实我觉得有正职很了不起。我有认识是在当厨师的，当然我都觉得很了不起，因为我的大学同学在做，现在还有在做艺术的，也都在各种正职上面。你去纽约看所有在艺术圈、音乐圈的，还没红的，大家都有正职啊，这很正常的事情，对吧？对，而且红了，你也不一定可以用它当饭吃。对，我觉得在台湾是这样子，对。True， 有一个正职还是比较明智的。而且你说交情现在还比健身教练还要低廉呢、欸。哎、欸，真的，健身教练都收好多钱哦、喔。对啊，抽超多的。哇！挂电话，抽超多，直接讲出来，要被拆台，要被拆台了。笑死，不会啦，不会啦，我也是听过，就是抽很多啊。医生回复了、欸，我台里的医生，认真的医生，他说怎样？酒跟药物基本上都会产生交互作用，都会让药物性质变异，请勿以酒服药。对嘛？感谢，对啊，就跟我那个医生讲的是一样。对，没错，医生对，果然是医生。果然是医生，请问是正职还是正职？我没有，是正职，而且我也没有做政治，大家不要再拱我出来选。你说玩乐团，然后又在政治圈的那个人吗？怎么会？你在说谁啊？我听不懂。
我听不懂哦。我们现在要往那个方向去，我们现在往这个方向走嘛。对啊，我们先回到问题，就是我们三个为什么凑在一起。我已经回 回答完了吗？对啊，回答完了。干，换你们两个啊，你们两个要回答这个问题、啊、要换明彦啊，因为他后来进来的啊。对了，明彦是新的二代。对对，哎、欸，要躺着哦。他躺着。回答一下啊，就是我讲话来那。我想讲。还是你吃药了？还是你喝酒了？没有没有没有，还没还没。还没。好。来那，你讲话啊。讲话啊，我的。就怎样？不知道，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这样了。还好你没有说 PTT 找到的，我直接挂电话，失去联系。欸、我跟子豪真的是当初组团，真的是网络认识的、欸。对啊，我们是，我们在，我们是网交。网交哇！我们还有组，就是在枪击不花前面还要组一个团，一个 funk rock。我那时候是主唱，没有弹 bass。我们歌还放在 Street Boys 上面，但我们从来没有跟人家讲过是哪个团。啊，是哪个团？没有人，没有人找到那个团。真的假的？他只有三首歌，他只有三首歌。哎、欸欸，现在谁如果真的可以回答出这个的话，请告诉我，因为我其实很喜欢 funk。对，我觉得应该很难的、欸，因为那时候唱超烂的。啊，唱超烂、嗯！你们不要这样说自己，你们都这么……所以连 Kate 都不知道这个团是什么，我一定不知道啊，所以我直接放弃回答。回答，嗯，对。没有，因为从来没有讲过，大家都很神秘。没有，因为他有另外两个团员、啊、那两个现在都是医生，所以我觉得不要影响他们生活。两个，你有什么好影响？哇，哎、欸，你都讲出来了，你这个就话讲一半啦、啊。不是雅虎家族啦，一个是雅虎家族，一个是荣总的骨科医生，一个是复健科的医生。为什么都是感觉都是打断？对啊，刚好刚好，好刚好、哦，让你们跟别人打架，他们还可以。我们不会跟别人打架，被别人打还可以。我们也不会被别人打，因为我们看起来很凶啊。其实我们是都没有要惹事的那种。也是啦，嗯，没有，我刚刚就只想要讲几个你团员年纪比较大的团，但是我觉得不要这样，我不要这样。我刚差一点被骗。你说团员年纪比较大，你说政治的那个吗？不是不是不是，不是那个团，他比较大、啊，都是都扭过了。他年纪比我大，他本来就比我大，是真的。不是不是，我不是在说那个团。等一下真的要被 ban 了。等一下不会啦，不会被 ban 啦，不会被 ban 啦，吼，不会啦，我没有说什么党歌，没事没事，我刚刚被盗，没事。好，下一个问题，我好怕。我觉得我现在在，明彦还没讲哎，明彦还没讲哎。我对，我帮明彦是我们 audition 来的，明彦是我们 audition 来的，对，就是我们那时候在找替换的鼓手，大概就是每一个有进来就是测试一下这样，他是其中一个，对。哈，你们怎么 audition 啊？我只知道剧场圈怎么 audition。剧场圈怎么 audition？ 剧场圈怎么 audition？ 我想要知道，就是会怎样？就是假设你们是评审 ，KTV 你们不是，你们就会坐一排在那边，然后就会就是在那种有黑胶地板的空间或教室，然后他就是评审就会说：“现在请开始你的表演。”然后他就会给你一段台词，或叫你表演 something 这样。对，好酷哦！看我们当初应该这样。对啊，我们刚才这样。明天你先退团，我们再邀请你去。好吧，我们就是直接练团了，然后给你一首我们的歌，然后再来你要 free jam， 就是我们跟你要即兴一首，是这样。哦哦，对，对，就是两首。你们创作是比较走 free jam 的形式，跟观众解释一下什么是 free jam 好了。我觉得大家可能不知道，就是 free jam 就是跟你在谈恋爱的时候是一样，十秒合体，就是即兴创作啦。就是比如说我现在就是突然敲一段乐器，唱一段歌，然后大家就一起这样。舞蹈跟戏剧也会有这种合作状态出现，做法就跟谈恋爱是一样。对，做法就跟谈恋爱是一样。做法就跟、就是、我差点长出剧场导演的名字，不行，我等一下连剧场圈都得罪、欸，我先不要，我好怕，我刚真的差一点。刚讲的就是凭感觉走 ，jam 就是要凭感觉。对，
Gym 就是凭感觉，所以前提是技术要够好。嗯，如果有一个人动作比较慢，或者是步调不对的话，就会拖累整体。所以基本上大家的那个能力要差不多。是，对啊，是这样，没有错。对，阿丁说我们都是看长得屁不屁，难道是看长得凶不凶吗？没有。好，我要下一个问题，真的要下一个。好，下一个就跟刚刚讨论的有关。听说你们创作方向是练团的时候即兴和 jam 产生出来的，有没有发生过什么很坑或很有趣的事？有趣哦，写写发现是别人的歌啊，Nirvana 之类的，因为你很容易啊，因为你是凭你的印象听过的东西在哦，对，也是在写东西的，对、啊，明天之类的。可是有一段很类似这种，也是很有可能的吧？本来音乐，我们以前规定蛮严的啦，后来就还好。我们以前就是只要任何人。三个人只要有一个人听过的句子就不能用，甚至那是你梦到的你也不能用。对，梦到的也不能用，就是好像有人听过，好像有别人做过的东西都不能用。对，以前我们的规定是比较严，后来就觉得这太驚了。对，很驚耶，这没有明文规定啊。有啊，那个时候陈宝也是这样讲吧。他有讲吗？有，他有讲，他是跟你讲吧。哇，大家感情不好，哇，不好，完蛋，感情不好，完蛋了。我记得他有讲这件事，有，哇，但那明艳，所以以后你听到的都不能用哦。讲我们后来都没有在管这个规定啊。后来是指什么？后来是指明艳加入之后，明艳加入之后，哦，他打什么都像 Foo Fighter。哎、欸，没，不要生气，不要生气。今天是大家要心结了，是不是？等一下大家怎么办？不会给你的、啊，这样。不拍的，我是没有在听。没有啊，因为之前就讨论过，就是抄袭、抄袭音乐抄袭的问题。我有看到有人说是四小节、有人说是八小节一样啊。但是如果是即兴的话，我觉得很难避免吧。我觉得一两句。都还好啦，而且你那时候你的组合也跟别人不一样啊。嗯，因为讲到抄袭的话，这要怎么讲？就是等下被 ban，你要丢给阿杰，不会讲啊讲啊。哎、欸，不行啊！抄袭的定义就是，其实你把原曲拿出来，大概有。七八成是差不多的，可能一大段是一样的。嗯，你说金属心脏吗？那个是致敬吧？那个算致敬，那个算致敬。对，我觉得有讲就还好，如果是没讲的，有意为之，好像就不太行。哦，太多了啦，音乐圈太多，不要说团圈了。对，不要说团圈，对，不要讲团圈了，音乐圈的一堆，好不好？对啊，因为虽然说是难以避免的，但很多人就是。得过且过，因为和弦用来用去就用那些几个嘛，旋律就这样。因为后来你真的要很像就会这样。对，你越听越多，其实不止台湾呢、啊，国外也很多。会有，真的会有。对，我有很喜欢的歌，然后我后来发现他是抄古典乐的。哇，那是完全没有法律追诉权的、啊。哦，对。对啊，没有版权限制，然后他又弄得很好听，那这个也蛮厉害的、啊。如果是超古典乐的话，我觉得超古典乐好像，对，他是超古典乐，我可以直接讲他是谁，反正他弄不到我、啊。讲啊，Santana，对啊，因为古典乐超过追溯期了，对啊，对啊，古典乐、就是、就是世界遗产啊，对啊，所以我觉得没什么影响。他有一首歌的前奏，他完全超萨提的。的音乐的一首交响曲的前奏一模一样、嗯，和弦是一模一样，就是那几个音是完全一模一样。我的音效管理员说，同一个和弦进行唱万首歌，对啊，是啊，对啊 ，True。
观众说 C 刷到底，真的是 C 刷到底耶。C 是什么？ C 没事啊。阿丢，你不要逼我，我差一点。欸、阿丢害我差一点掉陷阱，我不讲。阿丢是不是很想加进来？阿丢是不是很想加进来？欸、阿丢，你是不是很想加进来？可恶！想要共同一起变台。阿丢在那边撤回了。刚刚阿丢撤回了，他刚刚就想要害我讲出来，我不会讲，休想。阿丢想要来闹哦。被盗，休想被盗、欸，阿丢被盗啦！阿丢，你说没我被盗。阿丁不要来这一套哦，阿丁卖来哦，再刷一次就把他加进来。我本来想说很有趣的事是类似就是什么突然发出一个声音，所以就做了一首，也不是做了一首歌，就是做了一段旋律之类的。我 OK 好，有比较特别的是我们有在台上写过一首歌，后台有用吗？有，还发专辑。对啊，放在专辑里面。对，而且那个台上的版本其实跟我们后来的版本差没有多少，有加了一堆无微博的段落，可是那个其实是差不多的。对，哎、欸，好好厉害哦！我还记得在 The Wall， 对，哇 ，The Wall， 我们弄了一个 intro， 对，因为那一天好像我们的另外两团都是迷幻团，所以我们想要让我们前奏弄一个迷幻的东西来试试看，对。哪一首啊？软土生绝。你看自己歌名都忘了、哦。是在想，是不是在想？你刚想很久，对不对？是第一章太久了。人口千古。第一章的。对，软土生绝，他是有一次在德沃表演台上写出来的。阿丁说：“为什么苏菲也在里面？因为苏菲想要一起，所以他就在里面呢、啊。”是 BGM 啊，不要太在意。阿丁要加油、他真的很想加进来哎，叫他加进来啊！他加进来会在那边害我。加来啊！丢这边小孩啊，我都要害我翻台。他加进来，我要问他血肉的事情啊。阿忠，你做、啊。阿忠，你我们今天要玩这么大吗？等一下，今天玩这么大、啊，今天玩这么大吗、啊？来呀、啊，怕你们呢、啊？反正我不有名，不是，不是，我只是要知，想要知道我想知道的事情。你想知道什么？好了，阿忠进来了，阿忠进来，跑进来了，阿忠，阿忠 ，Hello， 等一下，为什么要打给我了？这是秋山的鼓手，很想进来，不是吗？阿忠老师好，阿忠老师好，那个托拉大大们好。不是阿丢，你进来那个讲话才不会死无对证，你不会在那边把讯息撤回告腰。开始录音哦，录音哦，录音哦，是不是不敢乱讲话？我先去上厕所了哦。不要尿遁，我要听到尿尿的声音。对，我们现在连这个都放吗？我们要问一下果汁机的事，这样。你把团名根本都讲出来了。果汁机，靠背哦。没有，这是阿丁想说的。阿丁想说更，这跟我无关。真的有尿尿，干你真的在尿尿。不愧是 metal， 不对，太 metal， 太 metal 了，太 metal 了，真的。好了，不要浪费水龙头的水啦。他是不是想要逃避问题？啊？他是不是想要逃避问题？等一下，我刚其实在玩水龙头，我没有听你们在讲什么。靠北，不是刚在甩。他们刚刚说要问果汁机的问题啦，你快问、啊。波蜜果菜汁。波蜜果菜汁的问题。什么问题？好啊，装死啊你，装死。没有了，我还没问啊，就是没有，这可以，你可以在台面上讲这些事情吗？我要先知道你怎么现在你把他加进来？你现在才问啊？你现在才问啊？怎么会？突然严肃起来？不，看哪方面啊？哦，就是因为你我蛮好奇你为什么会想要离开、啊。哦，对啊，因为我当初我蛮好奇，但我不熟啦，里面我可能跟几个人碰过面这样子而已，我跟他们都不是很熟。欸、你们问我上次不敢问的问题，
哦，是哦，哦，是哦，哦，没有啦，如果不方便回答就没关系了，我只是好奇而已。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你们状况应该还不错啊，就整个的状态。所以你那时候离开让我有点，哦，哇，其实也跟上一批离开的也差不多啦。哦，所以是差不多状况的，对。对啊，对啊。哦，好，那我大概年终就走了这样。哦，大概理那我大概知道。好，对啊。好，我们好像在通灵，但是我觉得我好像通到什么，但我不想要知道。对，因为其实有我遇到两次，就是有两个这个事情，一个是茄子蛋嘛，然后一个是血肉，对。对。我都还蛮好奇，就是乐团发展到很好的时候，哎，怎么会突然离团这样？啊！我只是想要问这个问题，想要去开咖啡厅啊！想要去开咖啡厅啊！马后吗？马，这你这梗没有人知道吗？马后只有我们三个人知道，只有我们三个人知道的梗，你就要拿出来，顺便宣传。宣传什么？是一间很有温度的咖啡店。对，老板娘还蛮可爱的，但变胖了。他现在变胖了吗？他变胖了吗？不要再讲下去，等下被 ban。不会被 ban 啦，但你们可能会被老板娘追上。可是他，我看他照片都还好。哦，所以每天都在追他哦。对啊，他我的连友啊，他都会出现在。警察先生就这个上面啊，就这个人呢。哇，怎么那么下流啊？哎、欸，男生真的组团凑在一起都在聊这个，如果。团全部是男生，真的。我每次听到就是全男生的团在聊天的时候，我都想说，对，就是这一位。这如果这个团多一个女的，就不会有这种，就不会有这种。我跟你讲，团都有群组嘛，对不对？嗯。如果群组的对话泄露出去，这个团就会毁掉。我好像可以理解、就是这么简单。那比国安密账还恐怖，好恐怖，超可怕，对。有够想看，这种东西才让人想看啦，就是说那个哎、欸，那个妹很正这样。哦，这种我们怎么可能讲这么含蓄的东西？对，是这种东西啊，是没错啦，就会讲说哦，我在没有，我们玩的不行，我不这个我不可以讲这个。我们的已经算还好了，应该很多团都会更 heavy。嗯，我知道，我有听过一些哈，就是录音室也好，或者是团在讲说什么啊，在录音室干嘛干嘛，我就不说那个干嘛干嘛是什么了。等一下有人说话，搞不好我们的公布大家觉得很无聊，对，对啊，只是自己觉得就会要世界毁灭，不想要让大家知道的事情，其实很无聊，没有就其实很鲁蛇嘛，我知道有一些团不是。会聊一些不是很鲁蛇的事啊，嗯，什么团我就不说，不要害我，等一下我就没朋友。然后就会上，反没差，反正到时候还是会上那个、啊、靠北乐手啊。他什么什么鸡巴毛的小事都会上靠北乐手啊！我现在都在想，靠北乐手到底，到底这上面到底什么人啊？都在发一些无聊的文，哦，是不是？我发过。哇哇！我掉梗了。我们就不讲发什么了。我观众说，譬如政治吗？啊，团圈团圈谁不讨论政治？嗯，团圈讨论政治没有不讨论政治吧？国民党团吧，比较红的团，这不会讨论政治啊。对啊，告五人会讨论政治吗？哦，我刚刚差点说，那个是独立团。我没有优越哦，原本是啊，原本是的，他现在是相信的、啊。签唱片公司的就没办法讲了、啊，他现在是相信的啊。对啊，对啊，我们绝对没有批判的意思啊。对，没有批判的意思，我们都相信，相信，相信。对，是真的啦，真的啦，大家都有自己的选择。对啊，就是有自己的选择。对，有包袱，有包袱啦。你们有包袱吗？我觉得还。哎，明彦跟告五人烤肉过了。啊、你有没有吃？你有没有吃哈密瓜？你有没有吃哈密瓜？你有没有吃？你有没有喂过？你有吃？哦哟！他上次跟我们碰面，跟我们讲了这个事情，对。你说烤肉的事吗？他说：“哎、欸，我跟一个人烤肉，他是告五人里面的人。”我说：“哇，什么？”就他们的那个主唱。哈，可是团圈就这么大、啊。
对啊，没有，那是他亲戚耶，那是我，对，好像是亲戚吧，我也不知道，好像是亲戚吧，我也不知道，对，不认识，好像是亲戚，就不熟啊，啊，不熟，你为什么会去那个地方？但是他跟我表妹好像很好吧，好像，对对对对对对对，没错，哦，对， okay. 其实他是你表妹，反正我这边考一考，莫名其妙就出现了这样，啊，你有跟他讲话吗？有，你问他要不要吃哈密瓜？没有。啊，他知道你是谁吗？知道吧？知道了，不然怎么跟我聊天？等一下，你为什么觉得你们三个好像很不熟啊？不是啊，不是不认识你也可以跟你聊天啊，你去看到那个不认识的亲戚，你也会说，哎，嗨，这样。装熟。谁家的猫在叫？是猫的声音吗？谁家的猫在叫？不是我，不是我家的，不是我家的。Sophie 的吧，应该是 Sophie。不是，不是，不是我的，我还在搬家。你是猫还没上车？好，猫还没上车，辛苦辛苦。我们家的猫还没进房，所以也不是我的。所以到底是谁的？谁的？谁的？谁的猫？谁的猫？不是我。谁偷偷进群组没有讲？我觉得有可能呢、欸。我现在看这个。通话越来越多人，我们现在问题到哪里？到告五人吗？对啊，你跟是跟告五人聊，把团名讲出来。为什么不能讲？没有啊，我们没有讲坏话啊。对啊，我們就是在讲人家坏话。对啊，没有，没有讲坏话啦，我没有讲坏话。我们相信的力量，相信音乐，对。不行啦，不行啦，再讲下去我真的要被要被那个。对，我要被天涯海角追杀，我要下一个问题。啊，这完了，这个问题也是挖坑。问题三，在国外音乐季表演或当观众的时候，有没有做过什么很 chill 或很 ㄎㄧㄤ 的事，或印象深刻的也可以。有啊，吃鸡肉松弛剂啊。那明明是秋山错了，好不好？秋山上次就在这一题讲了这个，对，阿丁在上一次讲了这个。松弛剂 everywhere 了。对啊，不要再用肌肉松弛剂害我。我们要理性用药。可以松弛剂。我们在法国那个可以讲吗？那可以吧。讲讲讲。国外还好吧？又不是台湾。讲讲讲。我们在法国表演，然后就演完在后台遇到一个法国人，然后说就跟我们搭讪，我说喂、欸，然后结果他就说他是农夫，嗯，他自己种了很多东西。然后我们要不要吃他种的东西？这样高丽菜吗？然后他就把帽子拿下来，不是把帽子拿下来，拿出他种的东西，对，从帽子里吗？对，帽子里面塞一大包，真的，我没有骗你、啊，他就是把帽子拿下来，他是做烟草的。我好想知道什么帽子哦。开心农场，一般那种鸭舌帽啊。哦，他把鸭舌帽。鸭舌帽那种帽子，画家帽那种吧。哦，画家帽。贝雷帽啊，为什么每个人讲的帽子都长得不一样？到底哪一种帽子可以塞最多？因为法国太多人戴帽子。对，反正就帽子啦，反正就是帽子。吃完之后就忘记什么帽子。我比较想知道他们有没有头皮味啊？对啊，没有，他包很好，他包得很整齐。那个那一天只有那一天只有一度而已，那什么味道闻不到了？帽子里面有夹层。那他有收你们钱吗？没有啊。没有哇，免费的哦，对，免费的，免费的。然后因为我抽了一口，我就发现我靠，这个太 over 了，我先真的很蠢，我先去做别的事情再回来。结果一回来，就一直他们两个已经躺平了，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是明艳，是在台湾有遇过类似的啦。明艳已经躺平了，明艳跟我们的 engineer， 对，我们的 engineer， 我们带去的 engineer 已经躺平了。对，这还好啦，我觉得这也没有到很ㄎㄧㄤ啊。我在音乐季做过超多悔不当初的事，好不好？他们是隔天下午四点才醒来，太久了吧？是躺在原地吗？没有，因为我们隔天晚上，我们隔天还是要表演，然后他又是，他就一直在那个状况里面，明艳了，然后又没有朋友。我中午起来以为醒了，然后其实觉得好像还是怪怪的，然后就继续回去睡。那你们最后到底有没有顺利表演？有啊，有有有，我们还上大舞台。结束了，对对对对。上大舞台。第二天是大舞台啊，对。好厉害啊！我是之前在台湾有一次也是在后台，然后有人进来说他是农夫，结果他削了五，结果他削了五颗水梨，妈的，我吃到上台。这个好笑，这个好笑。在
在表演前都不要吃甜的东西哦，大家。我只记得那一天超想尿尿的就是了。这拿水泥给你哦，真的假的？他就拿，我就要丢在投篮。他拿了六颗水泥给我，然后下台的时候还给我那个、那个叫什么莲雾。他真的是农夫了，对。对，他是真的是农夫。然后、哦、没有啊，我们那个也真的是农夫啊。啊，也是啦。对啊，大家都是务农的，不用分那么清楚。对。他只是顺便种那个而已。顺便的，我们顺便一下。对，国外比较坑的事情。OK， 中国比较多啦。你知道秋山讲了什么吗？我要跟爆掉秋山讲什么？他们讲的说。吃到一个超像喷的便当，然后给我看图，这真的超像喷。在哪里？台湾？没有没有，在国外。雅加达，超像喷。雅加达，雅加达。你们有发生什么事吗？虽然你说中、啊、在中国吗？对，我好想听哦、喔。哎、欸，你们可以进中国、喔？那个时候可以啊，就是好可以、啊。报批，你有的歌不能唱啊，然后你要说你是来这边玩的、欸，那时候没有什么，没有那么严啊。对啊，现在不行啊，现在很严，对啊。我们现在应该连香港都没办法过去。嗯，对啊，嗯，没关系。而且现在中国那边好像要考那个考照，就是乐团还经纪人都需要考照了。没办法，这样子我就蛮有兴趣要去考一下，是什么大陆一样啊？好像蛮有趣的。你不怕考完就考完就没吗？你记不记得有一次闪灵就是不能去，本来要去香港，然后你还是可以讲吗？可以啊，可以啊， okay. 新闻有，新闻有，好好对对对，这个新闻有。本来是要去香港，然后结果就是要去香港表演的前一天就突然说，就是他们不能进去。哦，他们被 ban 掉，我知道，知道啊。对啊，然后理由是他們，对对对，我以为你要讲别的。对，就是他们好像没有什么，是没有特异功能还是什么，忘了，就是没有特异功能。对，就是理由很呛。哦，他们的理由都超好笑的。对，我们第一次报批没过，然后结果我们要补送的。的资料还蛮让我们蛮傻眼的。他要送什么？良民证？送我们所有的效果器的型号以及用在哪首歌？还有线哦。然后他是干嘛？这颗效果器是干嘛用的？哈？枪吧，枪吧。表演的时候，他真的会有人在旁边问说：“这效果器干嘛的？”哈，是认真的学生啊，搞不清楚的人吗？啊、没有没有，就是报批要呈上去的资料。哇。第二，因为第一次没过，第二次要去。然后后来我问当地的人，他就说没有啊，他们想知道啊，就这样。哦，我有听过一个中国的故事，但这是长辈跟我说的，是做演出，就是做剧团。他说就是，反正就是演出的时候，那外面搭台都灯跟音效，就跟爆台都是走同一台货车，然后就。布景啊，灯啊，什么就是要从 A 城市运到 B 城市，然后就在途中到 B 城市的时候，发觉干那台最贵的那台载爆台跟载灯的那台货车人间蒸发，然后他们就我靠，这样怎么演？对，他们就打电话去给那个货运公司说，就是你们那个货车少一台，而且还是少最贵的那台，所以他们早就挑好，然后货运公司就两手一摊说，这是司机个人的行为，我们没办法啊。那一台就真的最贵，就是灯跟爆台加起来就是数百万人民币，然后就是我靠，也没有保险，这我听过的恐怖故事，我就想说哇，干人间蒸发太恐怖了。可是，在那边本来就是这样，在那边是你上台。导线插下去唱第一句才算有可能是成功的演出，不然你之前都还是有可能不能演。有啦，我之前听长辈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就是大概2014年、2015年那时候还没有这么严，就是他也有说啊，演出就是当天就是会有人站在后面看啊，你要开始演出，如果他随时不行，他就会直接叫午间 QQ 喊卡。大场啊，我们去演那个。世博简单生活节的时候是这样子，没有错。可是我们后来去什么长沙、郑州那种可怕的地方，你说那个 live house 里面的人就不用买枪了吧？你说二线城、二三线，他们那些 live house 每一间比一间乱啊。对啊，要什么没什么。对，就要什么没什么的、啊，是还好啦。没有哎、欸，没有哦，要什么有什么。
啊、真的假的？你们那个遇到要什么没什么，你们要什么有什么跟要什么没什么是的一都东西是不是不太一样？我们在讲的是同一件事情吗？那个真的不一定、啊，那个真的不一定。那真的不一定，对对对对对，对，就是我们去是硬体都和都 OK， 都还好，对，最挂应该是郑州啊，对，真的其他都还好，对，就是硬体比较不好，只有郑州那个场地。嗯，所以你们也是会挑场地硬体吗？还是就是去现场就音就很爆？没有啊，不知道。我跟你讲，我们那个 tour 是我们连那个地方长什么样都不知道。哇，我们连住哪里 都不知道。然后重点最屌的是那个地方的人连我们有没有要去也不知道。我看这个到底是什么不存在与不存在音乐节，这就要回到那个经纪公司，这就要回到之前那间公司。 对， 對，总之存在与不存在音乐节就是你到那边表演然后发现没有人知道你要在那边表演的状态应该是这样。哇，我刚刚有想到一个，就是刚刚讲爆批的故事、但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讲。讲 啊， 你都要讲了，都已经到这个程度，等下这个频道应该快没了吧？快没了啦，等一下就到站了。暴批他们不是都要审那个歌词吗？对啊，对啊。然后太血腥暴力的会不能会不过。然后我有听说台湾有那个黑金属乐团去暴批的时候，把歌词全部重新改过。啊、他们还专门改哦？哦，好惊哦！对啊，因为听不懂啊。对，反正就改一副歌词去暴批，然后暴过了。然后据说他们有一场就真的有公安站在后台，是真的 啊， 对啊，看他的歌词唱什么。结果那一场你就看到一个人画的全脸的失踪，然后手上拿歌词在唱，好惊哦！因为基本上写完也不知道自己写什么了。因为我们当初去上海，他要我们不要唱 Dr. Chen。我们的其中一首歌，对，嗯，我知道。然后我们还觉得，干，真的有那么严重吗？可是就是真的，演出前，主办单位都来后台讲说，哎、欸，那个等一下那个歌真的不要唱，哈，一句一个字都不行。哎、欸，大哥欠我觉得还好的说，还是他们觉得很血腥，不行就不行了，哦，就不行啊，他们觉得不行就是不行的 ，Stan 也不行，哈 ，Stan 当然不行 ，Stan 当然不行啊，因为在讲陈云林啊。对，在讲陈云林那个不行，就是他们有一首歌叫 Stand， 是在讲陈云林来台湾的事件。对，所以那首是一定不行。可是大家劝我蛮意外的，因为他毕竟是在讲国民党的不好啊，但反正他们没有在管这个，可能他们是政府、啊、可能他们是韩粉吧，好吧，席下韩上啦，席下韩上，席下韩上，他们真的很厉害、啊、他们连我们 FB 什么都翻过了。对啊，他们都有做功课，这一点是我蛮佩服的。哎、欸，真的真的蛮可怕的。我有身边的人去在地表演，然后就说，如果你脸书账号有发过什么的，最好关掉。对啊，他们都会知道，他们真的会看。好，我现在告诉大家，他们真的会看，所以你大家请不要开玩笑。这是不要开玩笑的，对，去那边还是以自己人身安全为重点。对，我住过上海一年呢。你做得下去？除非你那个上太可怕了啦！我后来逃回来了、啊，是逃回来的吗？因为我被一个武警抓走。哈，武警哦，他把你对不对？不是，因为我打了太子帮。我笑死！你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情？超屌的！哇，因为我不知道他是呀。你去新天地砸场，对不对？不是，我那时候我是去上海，人家请我去教灯光，然后我在那边当灯光师、啊，反正就是我根本也不知道他们是谁啊，反正他们就太子帮听说就是惹不起啊，我又不知道啊，我去我什么都不懂，那时候还很小啊，啊，反正他们就要我去跟他们喝一杯啊，我就觉得莫名其妙啊，他抓我就不小心呼了他一巴掌，然后我就被武警架起来了。后来我就赶快逃回台湾了。这故事听起来很太子头上动土啊！哇，对，因为他爸很有名。好，所以这是真的会这样，大家真的是不要开玩笑，真的。所以我们现在、啊、我们现在去被抓，可能会被问这件事情，对不对？他们等一下就看过 YouTube 了啊！你还在想去吗？你还在想去那边吗？对啊，那边的人其实蛮有趣的啊。但不是这个问题吧？
你说去不去演出，我觉得我只是把它当成一个另外一个国家，对啊，只是没有错啊，对啊，只是说他就是因为这些因素，所以你不能去。那我也不会觉得说现在有趣的乐团是怎么样怎么样，嗯，就赚钱啊，对啊，那就是赚钱、啊。对啊，我也觉得，就是如果没有人身危险的话，是可以去的。对啊，当然哦，那你如果去，你要遵守那些规则，那就没办法、啊。对啊、嗯，那我们就是搞怪啊，我们不想啊。不要这样啦、啊、我也加一、嗯哦、所以就是对啊，那案子是我们的选择啊。那你说我想不想去、嗯、如果以一个国家的话，中国蛮有趣的啊，对啊、嗯、是蛮有趣的、嗯、他长沙，我觉得他有趣的点就是长沙这个地方到处都有山洞，然后那个山洞是深不见底，听起来好恐怖，为什么？有趣吧，超有趣，就是那个山洞是你这样手电筒照过去是看不到尽头，就在 Live House 厕所的旁边。那可以进去吗？我没有走进去啊，可是就觉得这太不敢走进去了，因为怕走不出来，出不来、啊。哎、欸，这喝醉的人会走进去吧？那个烂泥发芽，路边都会有一堆人乱走，我是不是可以在？我们现在要把地图放。话题弄到那里发芽，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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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欸、没有没有，不得罪，又要被 ban 哦，不会啦，不会被 ban 啦、啊、不是啊，我又没有说烂泥发本身，我只是说就是路边会有很多人，然后像僵尸一样走来走去，那喝醉了蛮多的吧？对啊，近年越来越多、嗯，我是觉得，嗯，只能说大家酒量变差了，酒量变差，难道注意安全就好了？对，大家理性饮酒，我觉得音乐季真的是理性饮酒，我有太多在音乐季喝醉之后发生的惨案了，所以我就跟你说肌肉松弛剂很棒吧。你不是说要配啤酒？这是穷人的喝酒法，这是穷人喝酒法，没有钱喝啤酒，三罐一百的雪山，干健保三罐一百的雪山也买不起，啊，真的蛮难喝的，雪山超难喝。哎、欸，雪山真的超难喝、欸，有一阵子音乐季都跟雪山合作，但雪山热了之后喝起来跟就超淡，喝跟尿差不多喝。我们在中国也只有两种啤酒可以喝，一种好像就是类似雪山这种东西，然后一种就是、嗯、青岛、啊，不是听说青岛都不冰吗？他们不是 不喝冰，算很好喝。你说啤酒吗？嗯。冰不是问题，是到底那个到底是不是啤酒的问题啊？没关系啦，都肌肉松弛剂配下去都、嗯、都没差。可以，一定要松弛剂，那边可能还买不到啊。不过还是有不错的店，我们去武汉有去不错的店。嗯，因为比较大城市，一个很棒的地方。武汉是大学生最多的地方。嗯，嗯而且武汉是一个真的蛮舒服的，算是蛮舒服的城市。对啊，但哪里舒服啊？哪里舒服啊？不舒服啊，吃个面都炸到翻掉，不舒服啊。可是就是蛮有趣的，对。啊，就是北京感觉就我有去过北京的朋友就说，哦、嗯，北京很紧绷。会吗？我整个 tour 最喜欢的是北京。真的假的？对，半夜在路上乱走还蛮嗨的。半夜在路上，而且我们去的那个时候还是那个，哎、欸、是。那个国，他们国庆哦，党庆。对对对对对对，党庆。哇，太快乐了！抗没不是港，好像是抗日什么七十周年。哦，对，好像是。所以电视全部都是抗日剧啊，不路上全部都插旗，不一样的抗日剧啊，就是一到十台是完全不一样，然后可是每一台都是抗日剧这样。就跟小当家那个二十四小时好嗨，马拉松，马拉松演播。我们一开始完全受不了，然后可是后来就完全。我跟小熊都开始看里面的其中一个，开始讨论。那个基本上剧本都是固定，那个是大概是1960年到1980年左右，它其实有个名称叫样板剧，就是对中国的样板戏，就是网络上都可以找到剧本啊。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找样板戏，其实都可以找到那些剧的剧本。基本上重点是毛泽东超帅，对，他们只是找了很帅的人演毛泽东吧。那一部叫《延安颂》。延安颂、就是、延安颂就是在讲毛泽东的事情，然后毛泽东里面就跟妈小马哥一样，就是穿披风然后抽烟，超帅，帅到不行，就周润发欧巴，就是欧巴那种，
哦，样板戏真的都会挑过演员演。然后蒋东正是个白痴一样。对对对对对，还是个秃头，通常都找秃头。他们就是演啊，就是干，是，我靠，这样子我也会觉得毛泽东是帅哥。对，如果从小看这个东西长大，嗯，对，我可以理解。哎、欸，好了，我们问题到哪里？好，问题到就是很 chill 的事情。我觉得我们讲了很多很 chill 的事。对，好，那我下一个问题。下一个问题是，你们各自的独立音乐启蒙，其实是音乐启蒙啦。你们可以各自回答，国内外也都可以。你要讲古典也可以。哦，这个阿姐先讲哦。有什么我先讲？我最无聊啊。嗯。我启蒙就烧时空要塞啊。讲的一个我很。巴萨啦。讲的一个我很意外的。那你这不是 VTuber 台吗？动漫的，不是，嗯，巴萨啦，其实好像都是动漫的，真的假的？嗯，如果以小时候听的音乐的话，那其他人是什么？除了超时空要塞之外，我的话，除了西洋的音乐，我其实小时候听的是《城市猎人》City Hunter。哇，哦，City Hunter 真的是久，它里面都是 Fusion 跟 City Pop 啊，嗯，现在最红哦，对，就是、现在 City Pop 很红啊 ，City Pop 现在最红的，对啊，那个时候的哇，我差点讲一个什么幻梦游戏之类的，我梦幻游戏，对，刘冠伦的，对，哎呦，哎呦，哎呦，完蛋，年龄是不是对上了？我们的时空是不是对上？非常乱伦的一部作品。哎、欸，对啊，我讲都讲这种，直接，对啊 ，City Pop 真的很赞呢。可是现在很流行，但是就是我很荒谬，说来我很惭愧，我是因为玩《人中之龙》才知道 City Pop。对，暖，因为这个月风之前并没有，并没有，对，应该说。没有太受到注意啊，对，嗯、就是觉得他就是东，应该被归类成 J-pop， 对，对，以前是叫 J-pop， 以前是 J-pop， 以前是叫 J-pop， 他只是 J-pop 的其中一环而已，嗯，对啊，对，梦幻游戏哦，你知道吼，大家年纪差不多，啊，我好意外哦，因为你们的曲风，我本来想说，嗯，该不会都是西洋？是西洋比较多啊，可是那都是很后面的事情。哦，因为那个要讲，真的讲不完。也是啦，我只是很好奇。而且我们讲十个名字，嗯、靠，应该没有人知道是谁啊。你说就可以关台了，直接关台。啊、大家都有啊，我买的第一张唱片是 Tears for Fears， 有人知道是谁吗？好啦，好啦，对啊，哇，英国的二重唱，就是我。小学二年级买的第一张，对吧、啊、？Michael Learns to Rock， 摇滚麦克，谁知道吗？不要这样了，不要这么绝望。但是只是因为 say goodbye，、欸、突然间觉得年龄没有对上了，怎么办？没有，我其实好像有听，我只是比较少听。我也没有对上。没有对上，完了，团员之间就灭了。讲一下啊，你还没回答、啊，你不是启蒙？周杰伦，我小时候听周杰伦啊，国中。那启蒙是周杰伦，对。完了，我、oh、God， 哇，好应景啊！哇，周杰伦，啊，继续讲话啊！他是不是躺着？他又躺着？躺着，没有躺着，我靠在墙壁上。所以你的启蒙是周杰伦。好像也不算诶，只是喜欢听。王力宏对音乐上面没有很，就是他音乐上面我没有去，以前在听的时候没有很注意音乐上面的东西。那你第一个注意音乐上面的是谁？那应该就是高中的时候开始在热音社，就是有听一些西洋的音乐的时候，才会去注意在音乐跟乐器上面。哦，哈，我是不是要讲惭愧的话了？我觉得完了，大家都讲得很冠冕堂皇，我的讲起来等一下就被大家抢。我说比较独立的音乐啦。哦，那你的是什么？谢和弦。谢和弦。很早期，超早期，还在无名小站的时候。那个时候叫海平面吧？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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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没，现在没人，你现在讲海平面，没人知道是谁。哇哇，我哦，他那个时候叫海平面。对对对，那个时候很早很早。哦、后来、嗯，反正他是海平面，然后后来谢和弦 and 海平面。嗯嗯，对对。然后再来就谢和弦没有海平面。对，谢和弦。海平面是他的团，对不对？对，他的团。哦、嗯。对，哈，不要问号问号问号，我就知道观众一定会问号问号问号反应。他好歹以前对这一题，大家一定会超级多问号。如果我们一直很认真的讲下去的话，对。我们 cover 的，你要讲这个团，枪击波拉 cover 的第一首歌叫是 Oz Noi， 一个以色列吉他手的歌。没有人知道啊 ，Nobody know man。哇，是以色列，以色列真的太冷门。他是以色列人，可是他是在纽约发展的。这个对，因为我对太音乐，对，因为我对日本独立团比较了解。对，嗯，日本独立团，我小时候有听 X Japan 的。对，哇 ，X Japan 是大家的共同的回忆吧？我甚至觉得他好像已经不能叫独立团。对啊，他哪里独立了？他哪里独立？他就是乐团独立啊！看你去看他们刚那个什么第一张专辑那个 MV。后面就还好，就是独立乐团的 MV 好不好？谁第一张不是独立团？哇哇哇哇哇！哎呦哎呦哎呦！我脑袋刚就跳出很多三个字的团，我就有一种那种，但我不想讲。你说水果还是蔬菜的？好，嗯，干嘛？没有，没事。你要不吃？你要不吃？没。没有啦，但是真的都是刚好都是三个字，那只是刚好而已，碰巧。苏打绿是水果吗？要不要吃草药？靠背，靠背，靠背，你讲一个，讲一个。哎、欸，观众是不是不知道以前苏打绿是独立团？我甚至不确定观众你知不知道以前。他们现在叫什么？那个现在叫鱼丁系，鱼丁系。哇，哎、欸，你们都记得哎、欸？因为有加他们脸书啊。加。事情闹很大了，因为这样改很中二、啊。你们这样讲脸书的事情，是不是等一下又要带到那个？没有。带到什么？没有、就是，我都会加，我都会加。我是一个来者不拒的人、啊、只要你不是诈骗，我都会加你。你怎么分辨不是诈骗？就看他主页啊，就大概知道他是不是诈骗的。好吧。大家真的要小心网络安全。我之前被盗账号，然后就被比特币诈骗盗账号，然后观众还以为说：“哇，美静怎么突然反串？”没有反串就被盗账号，真的要小心。对，所以你也是加了奇怪的账号，对不对？我不知道按什么网页，然后他就盗我账号。看到肌肉男就点。我才没有，我这么清纯，我可能看到胸部比较一点吧。完了，对，没错。对，观众说鱼丁系是用苏打绿字体拆解，这个我知道。我玩比特币，啊、我没有玩比特币 啊, 啊，我是被比特币诈骗盗账号。对，大家请不要学习。嗯，对，好，问我下一个问题。下一个问题是啊，这个是最后，就是我的问题的最后，就是我其实想了很久要不要问这个问题，因为不知道观众会不会呢，可是我自己真的很好奇，就想要问你们有关创作，就是你们事实上创作跟社会议题跟。的东西，然后还有跟使用台语创作。那 我想知道你们对于创作最本质的核心有什么看法？我说的不是曲式或者是乐曲部分，我是说就是更核心内在那个东西。嗯，就你们刚刚有讲到嘛，你们说你们创作不去中国，这是一个选择。那为什么会有这个选择？或者是你们想有没有什么对创作的想法？不去中国的选择，对我来讲是。摇滚乐团不应该被规定什么可以唱，什么不能唱啊？嗯，这是我的观念是这样子啊。那你说创作的核心政治，其实当初没想那么多，只是觉得这事没有人写就写啊，对吧、啊？没有，因为现在我这样讲是不是很那个？现在很多团会想要使用一些很社会化的东西，但是你们的歌都非常早，就是。早在这些人之前就做这个，所以我就很好奇说，就是
想做这个的原因，还是其实你们当时也没有想那么多，也没有想到说就是哦，这个可能会被就是一些人攻击，或者一些人说这个东西禁止表演这样。嗯，倒没有想到那么多，因为有些人是知道那个底线在那边，就故意去踩那个底线。但是也有些人没有，我刚才有讲过，我们当初没有要出来表演啊。哦，就是这不会知道这些歌有一天会被人家听到啊，还是怎样？你们是说只上 Street Voice 吗？就是自己爽的啊，对啊，当初这个团是做自己爽的。嗯，所以你说创作的核心就是做自己爽啊，对啊。因为你们几乎每一首歌都有故事，欸，我真的是觉得这个很厉害，就是，嗯，我这样讲，干我是不是他妈又要得罪的？没有，我先讲。你是说现在的歌都没有故事吗？或者是为父吃水果？为父，我没有吃水果。为父心慈强说愁，或者是应用台语，oh. 啊，我不讲哪一段，我也很喜欢听啦，我只是。为父心慈强说愁，啊，年轻人就是会这样吧，是吧？对，就是。你说我。等一下，让我万一哪一天就是访问到这个团，我不就哇塞了吗？等一下，但是。所以你想访问哪个团？哪个团都可以啊，大家要给我访问，我就访问啊。没有啦，歌词有故事，那其实也是一个巧合啦。因为你写歌，比如因为写词都是我嘛，写的一定是自己的事情，或者自己听过的事情，或者自己身边的人的事情啊，对啊。对啊，可是你们的歌几乎没有这种爱来爱去，因为我觉得台湾不管是就音乐圈，不管独立或者是不独立，其实很喜欢讲爱来爱去。我对这种东西是很有点受不了。你说爱来爱去啊，可能就没有这方面的。那个需要吧，嗯，被爱来爱去，被爱来爱去，零零零，因为我们那个我们都蛮洁身自爱的。哇，我喜欢这个词，我们圈外人，蛮受欢迎的。我喜欢这个词，但是我觉得总觉得，没有没事，没有啦。你说没有刻意写到情爱的东西，觉得以这个团的方式，可能没有想到要这样子做，对。没有，因为我觉得使用台语创作也是一个很在你就是你们发专辑这个那个时间点其实是非常少，我知道现在超多，就是现在大家仿佛就是觉得用不用台语好像很 low， 可是有很多人用了台语又很硬，这个我不得不说，因为我自己有在做台语教学，所以我就会觉得有些团的歌是好听，但是他的台语词并不是很就是没有，那个就跟使用的人有关系啊，因为我本身我是南部的小孩，我本来都要讲台语啊，在家里就是讲台语。對啊，所以那个用法上面就会练练，就会比较自己什么练练练练，这两个发音就完全错了，完全练练。对啊，被笑被抢包，未练练，不就不是？你是未练练啊？观众说感情经验历史比较少，所以没故事，不是好不好？啊，就是！你们不要再一直在我的聊天室点名其他乐团，你们不要害我。这些团我都很喜欢，你们不要害我。那个是丁丁啦，丁丁，什么？对啊，就是 JJ， 哦 ，JJ 啊 ，JJ， 那个才真的有爱啊，对，因为到处爱啊，到处爱啊。没有，因为我觉得把跟女生之间的事情，除非你真的蛮刻骨铭心，不然写成歌，没有人在乎啊。对啊，我本身没办法这样子啊。对，我觉得那是属于自己的东西。对，他有写过，有写过，就是那个没有人找得到的团，没有人听得到的团。我们在 Street Voice 里面，在 Street Voice 大家大海捞针，Street Voice 差不多三首歌的团，现在大家就开始找。要点开吗？不要点开，不要就让他们找，没有人找得到黑历史。
我等一下去问阿丁就好了。阿丁他们他上过编辑推荐的，我记得那首歌，对，那假的，有上过，当时有上过。哇，那其实还是蛮厉害的。你还说什么唱很烂，在那边真的唱很烂啊，对啊。现在没上，就是在 Threevoice 上是放两三首歌啊，没有上编辑推荐的人都会在你面前 QQ， 这种持续啊，不用 QQ 啊，就是持续那个啊，持续写啊，持续加油啊，你就会有人欣赏，然后你就可以去表演。玩乐团就是这样啊，而且我一直都没有。比如我最近在看一个日剧叫《日喜剧开场》，有人知道吗？我有看，我没有看。你有看嘛？对不对？嗯。我觉得这一部就跟乐团的独立乐团的精神很像啊。嗯。他们就是喜剧团体，然后十年从来没有红过、啊，是一个段子都没有红那种。噩梦。是我觉得那个做音乐是自己的事。对啊，可以做音乐是很幸福的事情、啊。嗯，我觉得这是给观众很好勉励，也是给很多 VTuber 很好勉励，因为我知道也有 VTuber 在做音乐创作。对啊，你可以做音乐创作，你表示你有这个天赋啊。是真的，真的。而且你比别人勇敢啊，你大胆去做了、啊，被笑又怎样？谁一开始不是被笑？我们以前出来是被笑啊。我真的。对啊。觉得你们专辑出的东西都还蛮完整的，因为我有特别去，就是我的硬体设计他有监听喇叭，我有特别去他的工作室听，然后我们都觉得就是无论就是东西录的颗粒感啊或混音混的都蛮好的，就是很清楚。你因为前两张专辑是有一个我们的同一个制作人。他就这样自己了、然后他那个 Rainbow Soul 是吗 ？Rainbow 吗 ？Rainbow 啊 ，Rainbow 啊，这是他那个工作室。他是一个蛮会录 Rainbow Soul， 他是蛮会，就是蛮厉害的。对，所以其实那两张都蛮感谢他。有，其实我们有去偷找那个工作室，我们研究很久，我跟音效设计在那边研究很久。我可以，对对对，可以帮他宣传，可以帮他宣传。所以我们就很好奇，现在这个工作室还在吗？还在，他已经他又开了，他有专属的录音室，然后他本身也是有一个团，对，而且要个人都做演唱会的音控啊，对啊，他是做 in house 的、做 in house 的 PA， 是嗯，没有了，现在没有 in house， 就是不是 in house， 就是大场，就是那种对大场演唱会，你说小巨蛋吗？之类的，他应该有做过，对，那是真的很厉害。希望可以朝向这个方向努力，因为，真的听了，真的大家真的可以去听他们去听枪击波拉歌，我真的是觉得混得很好之外，其实录的也很好，就是感觉都录在同就是不同的那个，就是有真的去细录，不是杂在一起，因为真的听很多独立团，我不讲是哪一团啊，你们不要再猜了，就是反正就听很多独立团的时候，你会发觉杂在一起是就是。就是他可能只用两支麦或三支麦收音，但是他的方向没有收得很好，就是可能他们在练团是对，那是 demo 还是专辑？我觉得大有的是专辑或 EP 这样，但是我说的是比较小团的啦，大团当然他们就会，因为现在大家应该录音的品质都还不错，还是都，可是现在也很多宅录的，对啊，也很多是宅录。对，请问有没有歌迷要去1月14星期五台北小地方？等一下会宣传，对，没错。我忘记要宣传的，对，对，宣传这个事情。对，等一下忘了。对，等一下可以，就是我们可以来，就是工商、工商、工商、大工商。好，我们先来看观众问的问题，我们速速。好，我看一下哦，那我就开始观众问题集了。第一个，昵称是伊泽雪。那问你们的问题，哇，他问好多。一，你们最欣赏线上哪位音乐人或乐团？括号不限制台湾在内的国外艺人或者乐团都可以。二，想跟哪组音乐人或团体合作演出，或在未来的音乐作品里面合作呢？括号一样不限制台湾在内的各种艺人，各种国外艺人都可以。
三，录制音乐作品最害怕遇到什么状况发生？挂号举例，遇到阿飘或器材故障。四，对于刚出道的乐团，身为前辈，你们有什么话想鼓励往乐团这条路迈进的新人呢？嗯嗯，按照顺序，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是最欣赏的音乐人或乐团，但我觉得三个人答案应该会不一样吧？对，告五人啊，告五人、啊、在吗？告五人吗？还是、哦、还是几首入？没没，我就讲讲几首入，几首入没有？几五人？几五人？哈？几五人是一个团吗？不是啊，有之前有人就是恶搞他们就 对啊，几首入、哦、就是。但你们认真回答靠五人吗？你们三个？我不是啦，我当然不是啦。可是这个是有时效性的吗？就是很个人啊，就是比如我现在很喜欢的是谁，是这样吗？对啊，他应该是问现在可以啊，就是你最近听谁？我最近在听 Donny Hathaway。Donny Hathaway。对，唐尼·海瑟薇。哪一国的？美国。美国。美国。嗯。哦，大家可以去听看看。33岁就跳楼自杀，是不是音乐人都一直在跳？不是，哦，没有，因为他被称为跟 Marvin Gaye 跟 Stevie Wonder 的三个，他是灵魂乐的传奇。哦，是灵魂乐。他是 keyboard 兼 vocal。哇！然后我后来去听，我发现，因为我从来没听过这个人，嗯，我后来发现他比Steve Wonder 还有 Marvin Gaye 还会唱，嗯，他才是最会唱，可是他很早就死掉，所以没有什么作品留下来。大家可以去听，嗯、哇，我对灵魂乐这块也没有什么比较没有涉猎，这可以听一下 Donny Hathaway。好，其他人有要说吗？嗯、是不是有人在喝东西？好，那我问下一个好了，是不是开喝了？啊怎么？怎么？你也回答一下啊！最近对啊，你们回答一下。躺着。最近在听 Rage Against the Machine。我靠！你太复古了吧你？为什么会突然时代跳？因为汉克任务吧？不是啊。哦，这一集也是他们吗？是吗？我不知道，我没有看。我没有看第4集耶。听说很挂，可是我还是会去看。看啊、对。对，我还是会去看。我等，还是会去看。我等串流。记录你们的爱。对。嗯，好，还有要回答吗？没有，我就下一个问题。嗯嗯。最想跟哪一组音乐人或团体合作演出？好好讲话哦，好好讲话。但你们可以讲国外的啦。大家喉咙都不太干净。现在吗？嗯，艺人也可以吗？可以。嗯。突然不说话，嗯、是不是怕得罪人？不是不是，我在想，好像没有哎、欸，目前没有。目前算了啦，算了啦，我们要去找杨秀慧了啦。杨秀慧啦，找啦找啦，哎、欸，不错哎、欸，我觉得有个台，很台。杨秀慧是指那个专门年琴吗？那是张秀琴。哦，那是张秀琴。张秀琴，你靠背。Sorry， 没有，竟然没有。看都看不起，不是看不起。哇哇哇！没有啦，目前没有。对，目前还好，嗯。你们怎么不讲接下来表演那个？你们真的是很不会讲话，没有啦，开玩笑。我说铁吉吗？铁吉他们风格跟我们不一样啊，不要被我们那个弄到歌不会卖，不要这样，对。不要这样。哈，跟顺便偷偷跟大家，也不是打广告，就讲一下，我身为 VTuber 有其中一个目标是想要在音乐季上面唱歌，不管多小音乐季都可以。所以如果有人想要在神秘的音乐季找我唱歌的话，唱什么都可以哦。嗯，我刚刚有想到一个、欸，哎，谁？施文斌啊。哦，对对对，那为什么？我其实蛮想要找他合作，他跟伍雄那一首全 cover 的专辑。哦，我知道那个，全部都是那种。
八零年代的歌了。对对对对对，我知道那一首。国际起舞吗？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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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我也很喜欢施文斌。我想要看他在台上直播打 game。你竟然，然后我们观众一定不懂这个梗，我开给观众看，就是这个，你看，哈，竟然是施文斌，我蛮喜欢他的，说实在，蛮屌的啊，蛮屌的。然后他现在在打有在打游戏，这样，他一直都有啊，一直都有专职的，对，他现在是专职，嗯。对，突然冒出很老的名字。对，突然冒出很老的名字。对啊，他可是有在玩暗黑的。其实我不知道施文斌玩什么游戏，但我知道他要玩游戏。对啊，最近在玩 Diablo。哇，欸，他每天开3到4小时游戏实况，欸，我自叹不如。对，真的是自叹不如。对，没有，没事。好，原来是施文斌。好，那接下来第三个是录制音乐作品时最害怕遇到什么状况发生？他的举例竟然是遇到阿飘，我没有遇过啊，有遇过。第二章的时候，对啊，是怎样？器材跳掉是不是？还等？嗯，就是好像是吉他的痛，一直昨天跟今天不太一样，这样哦，之类的吧，好像就是有。那个时候我记得有遇到，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在那个录音室待蛮久的，待了两个多礼拜吧。嗯，那这是你们最害怕遇到的情况吗？不会啊，调很麻烦啦，但是就是会很麻烦，对啊，就觉得麻烦了，因为大家都说，欸，遇到阿飘就会红，这张专辑会红，结果没有啊，因为阿飘不够力啊，不够力了。对，那你们最害怕遇到什么状况？嗯，没练好吧？哇，这是一个负责任的答案呢。不是，没有啊，没有练好，你录音就是地狱啊。没错，嗯，是没错。我可以形容一下那个状况给你听，就是一堆人在玻璃外面，只有你一个人在里面。然后你录完，大家在外面都在摇头，然后一直叫头接耳，然后再按继续跟你说：“哎，刚刚那一次不错哦，我们再来一次这样。”哦。你想象一下，你重复这件事情十次。我之前算是在录音工作，我可以理解哦。对啊，录口白就会这样啊。而且那个录音师有的就会很大白，就是说干你都有录啥小啦，但有的就会很客气说，我觉得你这个要再来一次哦。哦，而且因为像我们去录都是在烧钱嘛，你多用时间，你就是在烧钱嘛，对啊。对，我啦，我怕我会怕练不好，对，没有练好就会出现这个状况，或者状况不好。嗯，其他人就看他们。对，明彦呢？对，我跟你一样啊。啊？跟你一样啊？干，是怕这个状况。要偷别人答案啊？偷的啦，真的啦，不然你收回，我先讲。该不会三个人答案是一样的吧？但这蛮实际的。因为也没有特别遇过什么太严重的状况了。嗯，其实太顺了。对，我们第一张专辑只录了7天呢。哎，这么短吗？你们是开夜车是不是？啊，没有啊，那个地方只能录到10点。哇，那你们真的是，而且那个地方的厕所还是跟隔壁的女菲佣共用的。哇。是，就是有两个门，一个是通往女费用的房间，然后一个是我们这边的录音室，是很小的录音室，是不是？录音室它是一个练团室，它其实是一个练团室，以前四分位的练团室，四分位的练团室，以前的，然后只是我们制作人把他的给息都搬下去录，这样。原来如此，嗯，哇，这个答案真的好实际哦，或许就是不是。玩团或者是不是没有接触录音的观众不知道，就是录音室是以小时计费的，然后人力也要计费，然后通常过太晚是不能录的，没有人像我一样大半夜在录音的啦，那是因为就是我自己工作室这边有可以录简单录音的东西，对，不然没有人在这样搞的，齁，大家不要把录音，如果有机会要出专辑出 EP 要录的真的是要珍惜，嗯。
且怒且珍惜。那第四点你们刚好像有稍微讲，就是对于刚出道乐团，你们有没有什么话想鼓励这个新人？不要玩团哦！哇靠，不要玩团，好好念书，不要打鼓。啊，有小孩出来，有没有敢碰乐器，打断他的手脚？哎、欸，我讲过一样的话，就是如果以后我的小孩要念艺术大学，我就会跟他们说，我就先把他们脚打断。如果他们还是要念的话，那就去吧，表示你意志够坚决。对，眼睛戳瞎，我不会这样困扰。哇，眼睛戳瞎，这个太残忍，真的是。好吧，你们讲的也是很对，我也是会跟想要做艺术这条路的人这样讲。对，我是觉得还好了。就做啊，对啊，就做，然后再打断腿。嗯，不会啦。对，就做，然后换他打断孙子的腿。哇，然后就是，我就要精进自己啦。嗯，然后去看一下，去外面看一下，到底自己跟别人差多少。嗯，就是跟对哪些团讲的话。很多吧，年轻团、啊，年轻的团啊，年轻人，年轻人，年轻的团啊，你说年轻的，四前辈，小弟受教了，四前辈，不是你啦，你啦，你那些老团呢？大家老屁股，大家都老屁股了，不要在那边。我新团了，我新团了，对不起啦。我是觉得这好，我觉得开心，一开始的开心很重要，对。那之后会不会变不开心？那是个人的造化了，对。观众偷问说：“问一下，就是阿杰的吉他弹奏手技是怎么练的？都会觉得每次看现场都觉得阿杰弹吉他很猛。”超时空要塞啊！对，超时空要塞、啊，超时空要塞。你就想象自己在开战斗机这样，用电吉他，手就变巧。好，认真回答一下，怎么练的？怎么练的？没有手，没有很快、啊，我手真的没有很快、啊。我手都被学生点，真的。对。那你们真的每天都会练吗？或者是说固定？脑壳灵，脑壳灵。哇，脑壳灵直接毁。打电动都来不及啊！练琴哎、欸，吵死。没有啦，练琴的阶段，苦练的阶段已经过了啦。嗯，对啦，过更。现在你要维持，你就是要维持一定的练习量。嗯。你要抓回那个手感，然后。练基本功嘛，我们现在讲说，如果你那我练琴在干嘛？就是练基本功啊，因为那个可以练一辈子啊。可是苦练的阶段，什么一天盯个两小时、三小时，那个是一开始的时候，你要去塑造你的能力值，嗯，就是比如你的弹奏速度，你在年轻的时候你达到多快，你其实到老，除非你的身体出问题，不然其实那个速度都会维持下去。可是就到那里，所以我就会觉得，比如年轻的团，你们现在可以练到多怎样，就尽量练到多怎样。对，嗯，这真的是真的，乐器是不到一定程度的话就会退，但到一定程度以上就不会。对，看我的钢琴。对啊，那个东西会留着、啊。对，那、啊、你说现在有没有在练？都练一些基本的啦。对。嗯，所以基本功还是要勤练的哦，大家不要觉得自己就是，我现在是不是没有？我没有在讲哪一团，就是大家不要觉得自己哦老屁股就不练了哦，不要害我。好，下一个问题，匿名，每天或每周花多久时间练团？哇，有人问的跟我一样问题。我们其实这阵子都没有在练团。好，对，因为疫情，之前是因为疫情，对，嗯，但1月14要表演。对啊，如果说以之前的状况，都是一个礼拜练一次啊。嗯，一个礼拜练一次，一次的时长大概是多久？嗯、可以的话就是三个小时，不行就是两个小时。哇，那也蛮久的。还好啊，其实这算基本的，对。但是各自也会练吧，就是你一定各自先练，大家凑在一起才会练。我们也已经过了那个阶段，也是啦。对，你们已经过了那个阶段，你们已经不需要了。对，好，这个年轻人的话就是每天多练，我是真的这么觉得。当然了，因为你如果
对啊，以前我们小时候也是这样啊，一定是家里练好，然后再去练团。嗯，对。然后第三个问题，该怎么称呼你？匿名。请问2022年除了越来越红、歌越唱越好、钱越赚越多之外，有什么新的展望？他前面讲的那三个都做不到啊，有什么新的展望？不会啦。是在嘲笑我？但你们不红，me? 不是？等一下，你们不红，你们不算红的话，那就嗯啦，团跟不真的不红啊，真的不红。不到你们没有到不红啦。我们没有比没有像告五人那么红啊。对啊。你怎么跟相信比？你相信你怀疑相信的信仰啊？信我们怀疑音乐，怀疑音乐，对对，怀疑音乐，怀疑相信音乐，不相信音乐，对，没错。好，你说什么展望哦？我觉得，可以继续演出就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对，嗯，我也觉得。然后继续创作的话，对。后面有观众就问了这个问题哦，我，嗯，我觉得好。再下一个问题，龙源飞 RDX 问的，为什么你们没有去烂泥发芽？是不是因为你们太浮肿了？为什么是浮肿？浮肿的心，浮肿的心，浮肿是什么意思啊？我也不知道，他后面写的浅浅。你们怎么没有去耶诞城？我去的哦，没有人想你说新北耶诞城，新北耶诞城什么？看我们好像去过一次，对不对？那个不是耶诞，对，同一个地方啦，但不是耶诞城的活动了。我们在耶诞城那边表演过一次。然后那我是比赛啊，比赛的那个我们是比赛的嘉宾，然后对，他收费其实蛮高的，重点是下大雨，所以一个观众都没有，笑死！多久以前呢、啊？哦，好久了，超久，我们刚出来演的时候，对，然后演完就拿到钱，对，哇，那感觉有点像去上去练团，然后你就拿到收费，对，哈，超爽，可是。对啊，我之前就是在下雨的音乐，就某一年觉醒下雨、然后我就看到就是比你们说这惨况更恐怖的事，就是有一个香港团在上面演奏，然后呢、而且是售票的那个，但那个那里是一个草地，然后他们就在上面演奏，然后等于就都没有，几乎都没有观众，然后我就穿着雨衣在那边听，然后就前面就有一个男的喝的超醉也就算了，他就开始在那边就是跟那个团员拉塞啊，然后就是那个团员开始演奏的时候，明明演奏就是我记得是类似后摇之类，然后那个男的就像在听重金属一样，在地上泥下雨的泥巴地上打滚，跟小猪一样，然后就全身都是泥巴，然后就站在后面看着这一切，想说哇，这干真太荒谬了。这个应该是玩团都会经历过的事情。对，我不是，我就想说台上那一团、就是因为他们是从香港来嘛，那台湾的观众势必不多。那而且那时候另外一边大台好像是很大团在演，好像是。哇，干这样大家是不是都知道哪一年的？我讲的大家就知道哪一年，就万青。觉醒下雨也只有一年吧？我不知道、我其实没有记忆，就没有啊，也几乎每年都有午后雷阵雨，就是万青那一年，然后万青要演出，好像是万青要演出之前，所以大家观众都大舞台，然后就是小舞台那边，我就站在那边，然后想看着这一切，想说台上那个团怎么办？真的是来练团的吗？这样没办法，还是要演啊，对啊。我就突然就是心里有一个想法，就是哇，这真的很勇猛哎、就是，这就是回到上一题啊，年轻的乐团就会遇到这事情了。嗯，那怎么办？你要继续吗？对啊。有人说我在觉醒好像看过类似场景，我们该不会撞了吧？不是这种场景应该很常出现吧？我们觉醒去了蛮多次的。对啊，觉醒哇，觉醒以没有的音乐季。每一年应该都有吧，我只有在觉醒就喝太醉掉过毛巾，我在觉醒没有发生什么事。但有泥吗？有泥巴的那一年就是最后一年。不是不是不是最后一年，是还在那个后火车站的其中一年。哦、那就是之前。哦，干泥巴那年，泥一八年，应该是一八。那一八年就是最后一年不是吗？还是一九最后一年。哦，19年真的是灾难。哇，19年那一年真的是别说。对，在觉醒就每次我觉得好像都会下午后雷阵雨，就
不穿雨衣就会全湿，真是会，就会湿从里湿到外。我们觉醒好像去过四年，14、15、16、17，对，14、15、16、17，哇，有，我记得有一年是斗笠，好像是17，那个周边有卖斗笠，我怎么记得这么，喝醉都只记得一些很无关紧要的事。观众都觉醒，头好痛，头好痛，真的头好痛，不是我每个音乐季都在头痛啊，头好痛，怎么会这样？啊，我还在，我就真的就是我觉得就是 I feel so sorry， 但是就是我喝醉的时候，其实酒品不是很好，所以就是，哈，我真的在喝醉的时候，就是跟乐团的人搭讪过，喝太醉，谁喝醉都会那个吧？喝太醉，这很正常啊。没有，就喝太醉，然后就是等乐团表演完之后，就冲上去搭讪。我就想说，醒来之后十分的后悔，想说我怎么会做这种事？但当下就是，嗯，好。啊，这个问题刚刚回答过了，就是支持大麻合法化吗？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样，但是我是支持的哟，吼，就是。一定要医药先过啦，医药用的话，目前台湾是 CBD 可以使用，那就是那个叫什么？完了，大麻二分吗？嗯 ，THC 哦 ，CBD 可以吧 ？THC 不行啊 ，THC 是就是嗨的，对，是嗨的，不行这样、嗯。然后 CBD 的话是只要含有 CBD 成分的东西是有你有在食药署申请是可以进口的哟，这样。这是可以开处方的、啊，对吧、啊？对，可以开处方。我前女友跟严董杠上过，头好痛。原来你头痛，头痛这个吗？啊，还我钱呐、啊！还我钱呐、啊！干前女友跟严董杠上过，干严廷宪还钱呐、啊？不是啊，我买的没有未来的未来票啊！干干啊！我天哪、啊！鸡巴，没有未来。哎、欸，我跟你说，我真的把它贴在墙上，警醒自己，不要再当盘子，以后都不要买什么预售票。气死！哎、欸，而且没有啦，还是有性欲的那个啦，而且有、那個、我也以为觉醒有性欲啊，怎么会这样？对，就得到一张未来小卡，我觉得应该不止我是苦主这样，而且就是用现金付款还没有办法退，对，没有错，他不伤心。我前女友不是未来票的事情，头好痛哇！我好像听到什么不得了事，我也头好痛。私聊、私讯、私讯、私聊、私聊、私聊，该私聊了。好，该怎么称呼你？99颗小丸子，88颗拔蜡子不排除提高，没有啦，开玩笑。遇到你，听完遇到你之后，感觉你们是不是要学周杰伦唱歌啊？要不要来首《娘子》？没有人会唱吧？我不是在学周杰伦，我学的是更老的。飞鸟凉，哇！你刚才美的时候没有讲这件事，哇！你说101是求婚的《恰克与飞鸟》吗？啊《恰克与飞鸟》，《恰克与飞鸟》，哇！飞鸟那首唱歌的启蒙，哎、欸，大家是不是不知道《恰克与飞鸟》？知道吧？应该没有人知道吧？啊，《恰克与飞鸟》不红吗？好，我听。太久了，大家可以去找《恰克与飞鸟》。我很久了，我不想讲、啊，我感到自己很老。太久了，前阵子好像有丑闻，对不对？嗯，那不是丑闻，他们现在最屌的是网络上现在有一场 live， 然后唱得非常好，嗯，可是是 cover band， 两个长得很像他们的人，干好笑，这超强哎、欸。对，我不是学周杰伦，对 我学的是恰克与飞鸟。对啊，恰克与飞鸟很帅、嗯，哇！大概4、5年前是小少爷，真是什么严董，我要听八卦，没有观众在讲八卦，我实在是很好奇。好，康斯坦丁的地瓜球，康斯坦丁的变化球不排除提高，没有？请问大港的票你们也入股了吗？这波很我会分很高，有没有观众有多的大港票卖给我？求你。没有抢到，我们没有去大港啊。对啊，我没有办法去了。去年也没有去，前年也没有去。对，我们去年还唱，哎，干，等一下，我们是哪一年唱《还我大港》？就去年啊，就是去年啊，去年2020。对，我们去年有唱《还我大港》，结果大港
被还回来，可是我们没有去大港。唱了还我大港，但大港回来你们没有去。大港掰，大港掰，掰。对、啊，都在黄牛手上。对啊，6000块一张，谁要买？天哪！对啊，现在社团有黄牛在卖，气、嗯、死！我就大家都会说，是不是只有释出100张？可恶！有可能没有入股了，这个问题我们回答的是没有入股，没有入股就不会玩团了，好吧？对啊，有入股怎么我们现在还会在这里？我连一张都买不到。对，我只有在 iPhone 上面，今天感觉到开圈，而且还开了2次圈，气死，差点没气死。对，就烂系统，大港在给我用这个烂系统，气死。啊！卫保台积电卫保出不排除提高，啊，这个问题很那个、欸，但是很我的风格，就是如果你们突然演出的时候突然很想拉肚子，而且是很水的那种，嗯、你们会选择直接拉在裤子上当硬汉，还是终止演出桥段让观众集体壮烈成人，或者是一起炸翻现场？后面还说哈归死亡金属什么拉？你说很想要拉肚子？对，我应该会。忍到演完吧，忍到演完。嗯，我有尿很急过啊，但还是演完啊，演完再喷啊。是喝太多酒是不是？对啊，因为基本上我们乐团的表演是不太会停下来的，嗯、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有断过弦啊，什么效果器开关踢掉了，可是我们歌都还是要照演。嗯。对，但我没有听过啊。为什么？那鼓手跑去后面尿尿了、啊。哦，这个还是很久很久以前，不是名言，不是名言。嗯、开圈到底可不可以拍手？我觉得这是一个拍手自由的年代，但不要白目。你说谁啊？观众问说：“开圈到底可不可以拍手啊？”拍些少年的梗这样。是拍谁啊？暗流拍手。按流拍手，我就拍啊，拍 啊, 拍啊，就拍啊，想拍就拍 啊, 啊。完了，我朋友是纠察队长，他等一下又要来，不要影响到别人就好了。拍 啊, 拍啊，来我们的，来看我们的演出。你要拍就拍嘛，你拍的末班末班车末班车这首歌，如果你有办法拍手，我他妈就送你一张专辑。青梅竹马啦，青梅竹马太难了，末班车就好。我觉得你们的哥哥们都很难拍手。对啊，拍拍看啊，来拍啊。嗯、好，会忍不住吧？好好，观众现在要来挑战了。体力爆好，体力爆好。1月14号要拍手没有？等一下，铁吉就说干，怎么样那个？但铁吉，铁吉的歌很好拍手。铁吉的歌很好拍手，对啊，铁吉说干，怎么我成受害者？对。想拍就拍啊，记得不要拍在错误的拍点就好。啊、可是想拍就拍啊，对啊，可是会有纠察队说不可以拍啦。干嘛这样？没管拍，对啊，尽管拍，不要影响到别人就好了。逃口肉粽靠腰。如果演出时发现性骚扰状况，或者乐迷开始因为害怕大叫，你们会继续演出吗？还是跟着一起大叫，或直接高歌离席结束演出？最后一个不会吧？这样应该，如果是我，应该会停下来吧？就叫住他啊。对啊，全部人叫别人，全部人看他、啊，应该要把他就是会停下来，把他制止一下。对，社会死亡这个就需要，这个就需要停下来了。对，跟大家宣导，就不要性骚扰，拜托。我们以前有遇过呢。嗯、哦，是哦，然后假的怎么处理？可是我真的要讲，就是你在演出的当下，你真的不会知道发生什么事。对啊，你不会知道啊。我是说，除非他让你知道了。蛮难的啦，有的时候自己在自己的世界里面的时候，嗯嗯，他在那边跟你挥手，你还过去跟他拍一下，然后还走掉的，哇，也是啦，要发现的那个情况很难。这个前提是如果有发现的话，应该是会停下来，对。对啊，最近真的是性骚扰事件很多、嗯，大家真的是拍了我们堂姐啊，我不要当听团猴啦，我等一下不要当优越猴，不要当听团猴，大家真的，嗯。对，不要性骚扰，敢敲到，不要，等一下不要性骚扰。等下这是，哇，这现在这个是，没有，我不是故意的，我杯子敲到，大家不
不要性骚扰女生，对，不要性骚扰女生，真的，我也不要性骚扰男生，都不要性骚扰，不是男女的问题哈。就因为记住，我看到别人被骚扰的话，请帮助对方，因为翠玲真的是。其实我自己在音乐界也有觉得好像被骚扰，可是有时候很难确定。但是如果真的很确定的话，请一定要喊。嗯，对啊，就是要让旁边的人知道你受到骚扰。对，因为真的偶尔被摸几把，这个真的是真的是会有偶尔被摸几把，是不小心也就算了。对啊，就是。就是如果是说哦，在冲撞或什么时候，或者是你在冲撞的边边，有时候就是难免，但是真的是要自己稍微警醒一下。因为我们的演出其实也蛮难冲撞，所以对啊，看得很清楚，其实都看得很清楚，大家都定在那边，所以都看得很清楚。我是有听过说有的食髓知味，他会就是把女孩子抱住或怎样，然后受害者也不敢抵抗。嗯，要是我啦，我一定是会抵抗，但反正大家也不知道是谁，反正总之如果是我的话，我一定抵抗。对，反正如果是我们在台上，就让我们知道啊，对啊，对、嗯，当下很多人没办法反应过来，是，所以我们嗯，就是如果你看到身边有那个的话，就是大家真的是，我觉得转向那个人盯着他瞧，大家就大概就会发现，就所有人，对。欸、真的是，但是最基本的方法就是请宣导大家都不要乱、嗯、就是我觉得不要就是乱来，这个是最重要的。有一些害群之马就是会害到大家，这样自律了，对，自律就是尊重别人也尊重自己。 嗯，对，好，嗯，下一个问题啊，当代电影评论大师什么东西啦，当代电影不排除抵抗提告。你们团名叫枪击波拉是因为你们吃东西时都会加辣吗？不是啊，不是，不是，这个我们以前访谈有讲过。对，以前访谈有讲过，我知道，就英文名字的，就它是英文名字的缩写。嗯，每个人的英文名字的缩写。嗯，对对对，就这样，解释给观众听，很单纯。所以枪击波拉当初是有四个人。好好，我们还有去用那个算团名的那个计算机算，然后算出来叫什么午夜教堂，后来想想这不太对，还是不要用午夜教堂。对，我们真的有认真考虑过几个名字。Midnight Church 午夜教堂，计算机这个很久了耶。对啊，我们都几年了，对啊，这真的太强。对，但是我们的缩写啦，对，名字的缩写哈，名字的缩写辣。等一下，坡哦，辣是午夜教堂是什么？午夜教堂，教堂不是，不是教堂。午夜教堂其实还不错，就会加辣来取团名，太迷幻吧？这蛮 new soul 的。午夜教堂感觉很跟那个什么文地漫步之类的。对对对对对对，就那个 type。对，请温蒂曼不要提高，没有宅男迷幻，渣男迷幻不排除提高。请问库拉皮卡什么时候才会下船？你们期待的问题来了啦。我觉得有点难哦，对，很难。我也觉得下不了船，因为这个月旷野之息二要上。哇干，拜拜。富坚应该会，富坚在有半年都在玩这个游戏。我觉得应该不止半年哈，对哦，二要出了，对。搞不好跟金城武在连线呢。他因为这算大作，所以、嗯、因为这算大作，我觉得他根本就不会下船的吧？他不是连载已经破千天没有了？对啊，跟鲁夫一样去找 One Piece 了。对啊，不会下船的啦，蚁王篇就该结局了，早该收收。没有，可是为什么有人说后面的比较好看？有人觉得后面比较好看，但现在就是没有后面的没有在更后面。有的人喜欢看小说啦，嗯。看字就好了，看字就好，只看字的。哦，因为后面对白很多的，后面他根本没有认真画、啊，他就哦是哦，我觉得他没有认真画。可我觉得他没有认真画，其实还蛮屌的。就是、欸，其实他的草稿真的是完，真的是赢很多人，光是草稿、嗯、看得出功力。对啊，但不想做事就不想做。可是我觉得现在的漫画真的。有点像漫画是 demo， 然后动画才是专辑的感觉。嗯，对，
我看了最近几部红的这种感觉。你说鬼灭之嗯吗？鬼灭啊，鬼灭也是啊，然后巨人也算吧。巨人，咒术回战也是啊。咒术回战后面就烂，漫画后面根本烂掉。可是我是讲那个画法。画法，嗯。对，就是那个精细度啊，精细度。嗯，就是动画做的很细，可是漫画就还好。对，现在漫画这样子。炼巨人，炼巨人应该也是了。对，炼巨人也 是, 也是啊。但是跟巨人前期比起来，其他都真的，进阶巨人比起来，前期要好很多。进阶巨人前期真的是看不下去。猎人不是都靠他老婆吐槽？头文字 D， 头文字 D 也是画的烂的。不会，我觉得漫画很屌啊。真的吗？真的，漫画笔触其实蛮屌的。那我看过有一部很红的漫画，可是我觉得画的很烂，叫《美食猎人》。哦，我知道那部。你也有看？对，但我真的完全不知道Jump这个水准为什么Jump会过。当初Jump最近过了一些，剧情很没有没有，他很久了，《美食猎人》很久以前的，大家有兴趣可以去 Google 一下。但他有完结吗？还在被腰斩？应该有完结，他那时候超红，霹雳无敌红，对。来自深渊，来自深渊蛮好看的。来自深渊，赞！我、哦、来自深渊不错啊。嗯，对啊，观众说来自深渊，我赞，我也是比一个赞。对，有的歌迷说无桥有水，这团名有点在影射讲女生的那个，还好啦，影射女生讲那个的超多，好不好？讲就讲啊，讲就讲啊，怎样？对，小雪怎样？小雪不要抄袭就好了。对啊，对啊，小雪怎样？怎样？我就讲。演上我啊！哈，敏肉果汁机，波蜜果菜汁不排除提高，哎，不行，有那个前团员在这边，我不敢讲，不敢讲出名讳。所以这题要前团员回答。不要害他、啊，请问要怎样才可以把心碎小子的心拼回来？心碎小子是什么意思？我也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这个梗。不知道我们就跳过他吧。哈，如果是晕船仔的话，救救晕船仔！没有，请不要听团就晕。那个听团每次最近这一两年音乐季结束之后，那个音乐季社团都会有人就是拍女生的照片，问说：“请问这个女生是谁？我可以认识她吗？”不要把这里当交友好，当交友软体在滑好不好？你要滑就去滑新交，没事。好，该怎么称呼你？火烧鸟。哈，干，这很鸡掰耶！我真的是要，我真的是我要讲，我今天真的他妈看到这个问题，就是觉得鸡掰小，你他妈在找什么茬？但是我还是念的好。你们玩桃会有年终吗？没有，帮他们回答。还有玩金属又刺青又烟又酒的，是不是都杀过人、关过监狱，而且还有恋童癖？你在说我吗？没有、哦。对，玩金属的，我没有玩金属的，但其他都有。前团员要来。前团员没有预料到他在这。今天你会进来。心碎小子哦，他其实是那个，他是一个 YouTube 的梗啊。那个反正我很嫌他们的。我没有跟那么后期。好，我真的老。我还在刚刚那题了，对不起。你还没有回到回到我们的时空。玩金属的都是什么？刺青、杀人、喝酒。我没有刺过青啊。又烟又酒，这是在讲我吧？你是不是在讲我哈？太多行业都又烟又酒了。对啊，太多行业都又烟又酒哈，你是在讲我？打车司机也有烟又酒。你要烟酒是台政府的控管的东西。啊！你刚是啊？你是不是要讲？没事。所以是合法的啦，我说是合法的。咿呀咿呀哟！杀人太 over 了，杀人太 over。对啊，明明跟金属每个都很和谐，可。和谐可爱，和蔼可亲，善解人意，对，没错，对，欸、真的，玩金属的大部分都是这样的。欸、玩金属其实都还蛮有礼貌的、欸，最没礼貌就是唱出，哈哈，没有，没事，哦，干我，谁啊？哪一种的？哎、欸，讲一下啊、哦，就唱越唱越抒情的越没礼貌啊，是哦，哈、嗯、哈，没有，我没有在讲谁，我真的没有在讲谁，你们等一下不要问。不要越温柔越深情越乱。我说王力宏哦，没有没有在说谁啦哦，你不要这样，我好怕。
对，没错，讲啊，我才没有要讲，没有哈，金属人都很 nice， 对，玩金属有全团没刺青啊，对啊，为什么玩金属一定要刺青？你们好奇怪哦，对啊，好，哈，这傻小强秀集团干。他哎、欸，他真的想了很多烂梗哎、欸，我觉得这个人真的他想了很多烂梗。好，从以前到现在，曾在演出中发生过让团员认为最夸张的事，忘谱、忘歌单、忘夜的乐器、忘了起床，还是有更酷的夸张事？忘谱、忘乐器应该是没有，因为第一我们不用谱啊，我们都记起来了。你们全部都记的吗？对啊，全部都要记啊，好，都要记啊。哪一个桥段，哪一个段落，哪边要变拍都要记。然后再来是你说什么 Kang 的桥段？哦，我有出门表演忘记带效果器。什么东西？就是效果器。哦，没有带效果器，没有带效果器，然后再回去拿那种。哦，还好啦，这个没有到很 Kang。Kang 哦，其实还好，演出是一件对我们来讲。我们太忙了啦，没办法扛啊，对。对啊，没有办法把乐器丢在饭店啊，或丢在……我没有，真的没有这样。我有。应该。你有。你的乐器不是鼓棒啊？不是，我那次演出是在香港。哦。然后我们演完之后，我们有一箱，反正我们有一个箱子，然后上面就是放乐器，然后。隔天要走的时候，发现那个箱子，因为我们那时候演完进中国，然后那一天共演的团、下一站演台湾，然后他们，然后那一天演的时候，另外一个团是那个亚历山大，然后亚历山大那个时候是 Monster 赞助、然后因为我们箱子上面有一个 Monster 的贴纸，然后另外一个日本团就非常好心的帮我们带回台湾。台湾的对，我靠，好，所以它里面是什么器材吗？对，就是 Ear Monitor 啊。变压器啊，效果器啊，我靠！哇，整组都带了，怎么办？还好他下一站是演台湾呢、欸。哦，对，哦，他下一站也是演。对啊，就放在台湾就好了。对，他就放在台湾就好。但是就是那个时候，中国好像不知道几场演出，就只好跟当地的乐团借器材，然后演完整场之后，我们也忘了还，把他带回台湾了。靠，那也太坑了吧！这才是最坑的。太坑了吧！救命！啊，大家就是都有自己的效果器耶，就互用很奇怪呢。对，啊，这个真的蛮强的，把别人的效果器干走。好，台上有没有什么强的人？其实还好。我觉得就是他们算认真，不会就是把自己也丢了。没有，我刚差点说在这个城市遗失了自己。没。这是一首歌吗？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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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是啊，没有，不是不是，不要不要，没有没有，哇！他们有发生很坑的事情吗？你说谁？你刚讲唱那首歌的怎样？你要爆掉？有发生很坑的事情、啊？没有啊，你怎么会提到他们？他们有发生很坑的事情？怎样很坑？没有，我说有吗？有吗？没有没有，我没有提，没有啊，他们没有很坑啊，他们这么大团怎么可能会坑？也是，对，这么大团不会扛啊。怎样？我以前表演都跟共演团借导线，谁的闹钟响？我的，拍谁？子豪直接在演出时喝醉吗？应该不会吧？你们应该都没有喝扛吧？我有喝醉过啊，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干嘛吗？不可能啊！哦，那就不算，就不是开导航。是开导航没有错，因为我后来看影片，我发现我都还有顺利把歌弹完。对，那就是还有一点意思啊。我说的开导航是指已经不知道自己在唱啥小，或不知道自己身体。我们的歌蛮难的啦，也是啦，对你们的歌蛮难这样子，就是开导航。对，你们歌很难，这个是真的。对，可是最近几场我都有喝酒、啊。但是不会喝到喝呛了，对啊，不会喝呛。好，然后接下来是我的观众茶猫问说，在上台前必做的事是什么？热身。你是说基本功的热身吗？对啊，身体的热身啊。身体的热身，好，全身的热身，全身？为什么？为什么全身？因为你会
那个啊，你要动来动去啦、啊。哦，也是啦。对、啊。好，很合理的，很合理的回答。然后我如果是我的话，现在应该就会喝一点酒吧？对。嗯，喝一点酒。之前巨瘦子好老师有喝醉过，嗯、哈哈，被爆掉了。对啊，那次喝超醉，霹雳无敌醉。霹雳无敌醉，对。嗯，完全霹雳无敌症。我之前团员很想上，他上台前才发现忘记带导线，赶快去跟共演团借。这个是专场就死定了。对，还有一般是不会。那该怎么称呼你茶猫？有遇过疯狂粉丝吗？有，他们有没有做什么很好笑、很可怕的事？疯狂粉丝，嗯，或很乖。中国有了，中国有，对，做了什么？他也不是坏事啊，他就跟着我们啊。这不就是跟踪吗？等一下，没有，就是比如我们去看表演，比如我们住饭店这边，他就会住在隔壁的饭店这样。他怎么知道你们住哪里？他有我们的那个 tour 的 list 啊。哦，为什么他有跟你？他各个城市都有朋友，所以他就会找他各个城市的朋友来看表演这样。哦。嗯，女生吗？对啊，女生啊。没有学姐，对，我们都叫她学姐。对，为什么是这梗有点忘了？需要想要知道了，可以私讯我来找影片。嗯，学姐，哇，三人合战，什么东西？三人合战是一场演一个音乐季啊。我们前年去演过啊，去年小镇办的，对，一个小镇办的音乐剧，都是趣友，都是三重奏。哇，这个好厉害，这个蛮厉害的，对。可是趣友的团真的是偏少，要不二，要不四。我嗯，也没有少啦，但相对然后就比较对啦，本来就不多，二四比较多，对，但也是有三的啦。没有，我们要讲哪一团？好，下一个，该怎么称呼你？老玉乐团傻小啦，你们玩团会玩到，你们想过玩团会玩到什么时候吗？如果真的有那一天，团内的人慢慢失去热情时，问号，那就退团啦。波蜜果在兹这里不就有前团员？没有，哎呦，哎呦，哎呦，前团员回答一下，哎呦，前团员，他不说话，他。他底线没有啊，失去热情就不要再玩啊，对啊，因为这件事就不有趣啊。嗯，对，对你们来讲是有趣的，对。这件事不有趣，我做它干嘛？好，啊、大家谨记在心，不有趣做它干嘛？我觉得这个可以给大家的共勉值。对，听团也是，如果有一天听团不再有趣的话，我觉得就是。就不要勉强自己去听团。是啊，对啊，对啊，我也曾经和就是意外和某一团住在同一个饭店过，这样对，就是一个四人的团体，哇，很广泛，没有对、就是。不过我觉得玩团难的不是音乐，玩团难的是人啊。嗯，对啊，这是真的。玩团就跟跟主政党一样吧。在这个时候吗？在这个时候吗？对，我觉得有点像交男女朋友，也有点像就是主政党一样。主政党是对，交男女朋友也是、嗯、真的。就是一次如果要练很多和尬很多个团，你有可能会心力交瘁。我是说真的，就是如果你一次尬很多个团，你真的是要衡量自己的时间，不就像交很多个女朋友一样？对。会尬到你在那个团干嘛啦？其实还好，对，嗯，对，玩团真的是最重要是要开心，是的，是的，如果不开心的话就、嗯，就玩了也没有意义，嗯，好，接下来下一个该怎么称呼你？尼奇，对，枪击波拉大叔问出你们的问题是想知道枪击什么时候会发专辑，让人既有趣。枪击真的太赞了，还有可以请枪击祝我朋友于芳生日快乐吗？谢谢。于芳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于芳，耶、yeah, ，生日快乐。好，我也有去浪人，但我真的不知道自己在干嘛。我有听到你们的，但。世界颠倒过来、
哦，你躺在地上就对了。世界是颠倒的，对，世界是颠倒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对，不要用松弛剂啊。没有用松弛剂啦，我只是让世界颠倒过来而已。当然蛮有趣的，嗯，蛮好玩的。对，蛮好玩的。我其实觉得那个场地不错，我不知道。对啊，很舒服。我觉得音场不错，嗯，就是音场跟环境，而且它附近没有什么民宅，所以就不会有被靠北的问题。因为很多音乐季的场地旁边有民宅，真的晚上会被靠北。嗯哼，对。有观众说，我有去浪人，可是我没有那几天的记忆。你确定你有去？你以为你有去？你以为你有去？你真的有去吗？我有去，对，我有拍照。对，看到别人的照片，以为自己有去。去浪人的人都会喝到忙吗？没有啊，我有看到很多清醒的人啊。我在上下颠倒的时候，我有看到很多清醒的人，所以清醒的末班车，我哪会都在家？没有，我哪会都在家？我也不吃啊。对，我就有一种这种感觉，但是反正就是大家理性饮酒，虽然我每一次都他妈在说这个，每一次音乐季我都上下颠倒，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说，不要躺在会被踩到的地方。对，就有喝适量，然后开心，这样就好了。对，观众说，浪人季的草地千万别躺，我朋友被红蚂蚁咬到超痛。哎呦，哎呦，真的吗？真的吗？真的假的？好恐怖哦！我去音乐季都没有清醒过。有，我有清醒的音乐季。有一次漂游者我是清醒的，但那是因为那个场地就是地上太多土起物，如果我没有清醒的话感觉会摔死，所以我有醒着。对，我没去浪人，大家都以为我有去。阿丁团员的阿丁不哭啦，不哭。对，浪人我也有在。对，我觉得浪人的场地还蛮舒服的。嗯，哎，你们没回到回答那个最重要的问题。那刚刚问题什么？不是当西野发专辑吗？不是，什么时候发专辑啊？当西野发专辑啦。专辑，嗯，目前还没有这个规划，没有规划，就是对，还要再创作，还要再创作。好，嗯，对对，我知道很多观众刚刚这个问题，刚刚那个是余芳吗？哪一个？要祝他生日快乐。对，我们再祝他一次好了。好，余芳生日快乐。对，好，余芳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吉他拿起来，起来啦！对，请记得传给你的朋友。我也不知道余芳是谁，但生日快乐。对，嗯。我唯一清醒的是农人祭，哇！你清醒的音乐祭也太怪了吧！我还以为你要说贵人散步之类，我觉得贵人散步真的醉不下去。好，没有，这是我个人。跑来跑去怎么喝醉啊？嗯，不一定啊，大港都很爱喝醉了，都很掉港里去。太强了！该怎么称呼你？你对枪击不要问出你们的问题。问题，好，谢谢你。我不知道你是谁，但谢谢你。复制贴上的意思。复制贴上。零分。该怎么称呼你？匿名。然后，请问哪一首歌是你们乐团印象最深的？每个个别回答啊。连多多哥可以看你们。如果你们还在想，我就先讲我的。嗯，我。好，我很喜欢你们，就是其中一首歌叫 Drag Queen， Drag Queen，uh-huh， 我很喜欢 Drag Queen 这首歌，嗯，对，我真的觉得这首歌很棒，我觉得很就是有很多人很我给贴给观众，我觉得很多人不能理解这个心路历程，但因为我比较有在接触性别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我很可以理解这首歌的整个状态。嗯嗯，所以我觉得很厉害，就身为生理男性可以写出这首歌，我觉得很了不起，真的。哦，谢谢。嗯，因为有那个啦，因为我有认识那个啊 ，Drag Queen。但就是有些人写起来就很像是就是在。就是很只是想讲这个议题，可是我觉得这个，就这首歌是真的有写到那个情绪跟状态，
对，我听了之后觉得很感动，这是我啦，但你们自己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们对哪一首印象最深。印象最深哦，我应该是软土生绝，因为他是在台上写出来的。嗯，其他人呢？一样吗？青梅竹马吧。青梅竹马。还有什么？为什么啊？青梅竹马是的用意是什么？什么意思？青梅竹马的用意？没有，我是说你选这首的用意是什么？的意思是？就。因为这首歌只是一个突然的念头，所以它变得很特殊。嗯嗯，就只是想要鼓跟其他乐器搓一拍而已，就这样。对、嗯、啊，这是我们，这是我们敲了非常久，非常久。编曲上的一个异想天开。嗯，只是想说啊，这样弄弄看好了，就发现弄死自己，弄很累。对，但是后来听觉得还蛮自己蛮喜欢的，这样蛮酷的、啊，因为他那个应该没有人可以卡的。嗯，还有人没回答吧？明艳呢？还有一个在吗？鼓手，我应该是 Dr. Chen 吧？哦，为什么？这首歌我觉得内容，然后写的方式，然后到音乐。到音乐方面或是乐器方面、嗯，我一开始听的就屌了。嗯，大哥圈也是我第二喜欢的歌。对，就是跟观众解释一下，就在讲那个白色恐怖的时候，陈文成教授的事情。那个，因为我也就是很关注这个事件，然后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也是有一点就是觉得，对，倒抽一口气的感觉。嗯。但这首是我们蛮早之前就写的歌，嗯，这是要有文化底蕴的人才写得出来的，应该这样说，对，没有那么厉害啦，对，只是想写，因为没有人写过啦、嗯、对，对啊，也没有人写过，但我觉得就是，这是就因为后来我知道后来有很多在讨论陈文成的事情，但是我的印象都是16年之后，嗯，对，嗯。所以我真的觉得就是你们真的很厉害，走在很前面，真的。对，然后该怎么称呼你？不会阿斯干克的精英铁粉想问什么时候会找 IMU Future MV 啊？谁？我不知道找谁 Future IMU Future I mean us 哦，嗯 I mean us 对，在那边干但是谁问的我不知道，这可能是你们认识。我觉得这个团真的很棒。开始在那边，开始在那边。那音乐水准太高了。开始在那边。没办法，多高啊？我们三 C 老高啊！我就是想听你们讲干话，可恶，好笑，不知道这是谁发的。水准有点跟不上，所以我怕对。目前没这个计划，对。好，对，没有，对，没有。在那边干了，我觉得等下真的会被 ban 掉。等下真的会不要害我，真的是不要害我。但我又觉得有点好笑哈。该怎么称呼你？詹姆斯韦伯，请问新闻说死神星2029年又要来地球了，可以抬头看吗？2029距现在还那么久。什么东西要来地球？死神星，我也不知道，傻小。啊，今天才看到的。因为最近不是 Don't Look Up 超红的。对啊，千万别抬头。千万别抬头，对。就抬头看啊，对啊。就抬头看啊，哦，他们的回答就抬头看啊。Yeah。不要在那边呛小呛鼻，在那边一直发一些就是干话、嗯，这样跟靠北乐手什么两样？哎，没事，没关系，我们都可以。只是靠这个问题好多、哦，这么多人问、啊，太厉害了。不知道啊，不知道是都同一个人。对，我也觉得他搞不好是同一个人，谁知？好，终于对不起，不好意思拖这么久。节目来到最后，要宣传这个1月14号和铁吉在小地方的演出。对，嗯嗯。没错，1月14号，我们跟台南团、嗯，我们的友团铁骑会在小地方演出。小地方演出，
对，在 IndieVox 上面有卖票可以买，对，在地是在小地方，然后现在是多少钱啊？我其实不知道，就是他是多少钱？因为我看到他现在好像剩双人，现在剩双人跟单人，单人，对对对，好，套票卖完了，对，套票卖完了，大家欢迎欢迎来听哦，虽然跟就是我觉得枪击波跟铁骑的风格差很多，对，但都听都听爆，对，铁骑很好听啊，铁骑是一个技术很好的团，对啊，他们技术上很厉害，而且应该是成为主流的团，对啊，又会写歌，成为主流，你们不要这样嘛，不要这么绝望，不要这么绝望，应该是要跟告五人一样红才对。讲出来了，我手上那个波棒都掉了，讲出来了。啊，不能讲吗？可以啊，可以讲啊，大大讲特讲。你要讲、没有，我没事。你要讲什么？因为他们就是太，他们就是太怎么讲？太 indie 了，精神上还是太……你说谁铁骑吗？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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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真的是比较 indie， 对。對，他们真的比较 indie， 就是 indie music， 但是我觉得就是技术上都很厉害，精神上嘛，我讲的是精神上，可是音乐上是好听，是应该是要取代主流的，应该是要取代主流，别记主流是什么，主流是什么，别。啊，好，大家要买票，1月14，他七点半开始，然后。就是 open， 然后7点半进场，7点半进场，对，时间还蛮早的，所以大家可以看完之后休息诶，喝酒，对，去续团，对，好，要买哦，要买哦，买啦买啦，对，还好这边目前可能没铁骑团员在线上，其实有本来要挖他们来聊天室，对。对，不想讲话而已。他们应该只是不想讲话而已。对，嗨，安安，好，买票去拍手，拍啦拍啦，阿丁在那边拍手，拍啊，都拍拍，特别拍，有拍想要拍哪一首留言？哎，小哈呢？小哈在拍手，耶，拍手。对，好，所以他们说可以演出可以拍手，你想拍可以拍爆。我是不懂为什么要在独立团表演的时候拍手啦，可是，那应该就是那个歌很好拍手啊，对啊，开心就好啊，对啊，开心就好，听团就是开心最重要，对，氛围就是让人家想拍手，对，哇，没有，没事，我没有啦，没有啦，哦，没有，我没有多讲什么，多讲多错，哦。对 ，clap 拍起来，拍啦！对，拍手就好，不要乱丢吉他哦。对，不要乱丢任何东西，包含高丽菜。对，不要丢哦。高丽菜中枪。高丽菜中枪。对，不要丢高丽菜。我今天没有follow到丢吉他事件是什么？全团员不要录音啊！那个我那天要录音。没有，因为我这几天正在搬家，可是今天大家一直在，好像都在什么丢吉他，我不知道怎么了。好，我也不知道，如果不能说就不要说，我不晓得。没有，应该是烂泥的那个吧，烂泥的事。对，因为我没有 follow 到，我就一直想说什么丢吉他，有人丢吉他下台啊，也太酷了吧？不知道，也太贵了吧？我没有，我不知道是这样吗？我不知道，我没有去烂泥啊。我想说今天要访问不行，我一定会宿醉。是丢吉他，丢吉他还是吉他丢掉了？不知道，好像是吉他不见砸到人家的头吧？我看到我靠，好像流上有滑到吧？那就不专业啊！就是最早砸吉他的客人间都不会这样。对啊，不要砸，不要吉他，不要砸人呐、啊。是在靠，所以是真的吉他丢出来啊？啊，是渣男哦。那我要去问朋友听八卦。对，我要听八卦了。好，没有。那嘟嘟牛奶糖也不好买哎。嘟嘟牛奶糖丢吉他也太奢侈，丢吉他去观众不是左水星吗？左水星没有丢观众，他只是丢吉他，他没有砸。他摔吉他，他只是摔吉他而已，他没有摔到观众。左水星是被观众丢吧？
对啊，周十一。我要帮小柯证实一件事，他有砸过很多把吉他，但他都是把吉，就是把不要的吉他拿来砸。对啊，他那个吉他是特别要拿来砸的、啊。而且他的角度都有，他彩排不彩排，他唱歌或弹什么，他彩排他砸吉他。嗯嗯，好像砸下去了，砸下去了又再砸一次，是不是？他会特地把那个螺丝。就是转松一点，让它比较好断。嗯，因为它是杂木吉他、啊。哦，是。诶、欸，也有正常，有也有电吉他，哦、都有的，对。嗯，都有。科普一下，电被子很难砸、啊。为什么？吉他就很，吉他很容易，可是被子很难砸，会伤到自己的手。好，所以大家不要点。比较硬吗？它构造的关系蛮难砸的，就是你要把它砸到。可以一次就是看起来很帅的断掉很难，对，嗯，先偷锯一下，对啊，你一定要先偷，可是这样就不帅啊，你怎么弹啊？对，超不帅，上面有一个那裂痕，然后就已经有那个曲线了，一砸太强了吧？好啦，大家就是丢吉他真的是不是一件，就是要注重安全，对我觉得是这样，嗯。砸过才能回答的问题，对，这是只能问砸过的人了。我也没有砸。对啊，我们没有砸过，怎么可能砸？对啊，太穷了啦！我看到我的 keyboard 掉地上，我已经心痛死。对，没错。所以，好，对不起，今天真的是超晚，不好意思，还是大家都很晚睡。好啦，今天就谢谢枪击波拉接受我的访问，谢谢你们。对，很开心。对，虽然聊了一些好像不可严肃的话题，我觉得不会啦，不要啦，哈，不要不要，大家唔当，大家就这个是纯属演出效果啦，哈，我孬，我孬啦，哈，我孬啦，对，怎么谁敲钟了？谁在敲东西？不是我，不好意思，我不小心，是你不小心，那我也来敲一下，又来了。要念阿弥陀佛吗？阿弥陀佛。不过这 ending 不错，不错。对，这 ending 不错，不错。就这样，就这样子，就是让观众陷入一个佛法的状态，然后就去睡觉。嗯、对，好，很好，很好。就是宣传一下，1月14号哦，演出。那我把网址贴在留言，虽然我觉得应该观众其实蛮多人都有买，但是。大家还是可以买一下哈，谢谢大家今天就是都乖乖巧巧，没有乱讲什么话，都我在乱讲哈。好，美静，怎么了？我们上次不是有人说你的那个我们秋山另外两个团员说你声音跟 Sophie 很像吗？你要不要跟苏菲对话，让大家听像不像啊？好啊，我明明就觉得不像。真的不像啊，美静的声音比较好听，真的，真的会说话，谢谢。没有像，但有像吗？开始自我怀疑，完蛋。对，可能是因为我搬家搬得太累了，所以我就是烧瞎的状况。美静的声音跟我不像啦，她好听多了。没有没有，这个是就是声音完全不一样吧？还是其实很像？对啊，有一些语法就蛮像。语法吗？嗯。对啊，用字的语法蛮像，对你说骂脏话的部分吗？不是哎、欸，就是讲话拖尾音的那种。我好像可以口气有点像，对。对，我们今天真的假的？真的假的、嗯？我现在听起来是这样没有错，你们痛调有差，可是那个口气有点像。所以就是效果器用的不一样，这样。对啊，效果器用不一样，到时候开滤镜。那这样美镜很累呢，一下要开那个效果器，一下要开 Sophie 的效果器，要开两边呐。我现在只能开扩音，而且我这里很空荡，因为刚搬家，所以我这里很空荡，所以辛苦了。听起来我觉得美镜的声音很好听啊，我的声音有点糟哎、欸，要欺负喉咙伤险的人。还好。喉咙张姐，因为我上次结束之后是真的有朋友密我说，哎、欸，那个真的是那个苏菲吗？我说，不是，不是哦，不是哦，我只是那个中之人就是苏菲吗？不是，没有，不是，不是，真的不是哦，真的不是哦，同时讲话，同步讲话，不是哦，你不要预录啦，啊，被发现了没有啦？没有，
没有，真的没有。哦，不是，真的不是，不是我在否认，是我就是我是一个路人呐、啊。我也是路人。没有，我是听团圈的边缘仔，就是不要来找我是谁的啦。大家都在那边听说什么听团的时候，我很下次每季来音乐季找我们。可以啊，我可以去音乐季找你们啊。我在，对，我在音乐季。对，那美静，下次你来换我们两个来开好了。哇靠，那个有点有那个内容会很 hardcore 哦。哦，对，美静，我好多料、哦。嗯，我好想听哦。我们是不是该来开一个乐团访问？我乐团访问到第二团就开始讲。我的范围可能比较广一点，我可不局限在乐团圈。苏菲姐，你最近要喝饮料吗？我可以帮你送。大家开始那个懂玩，对，懂玩。哇，下次等你来找我们。我想听，我真的很想听。其实我本来今天想提出一个。有一点害羞的要求，但对，你说什么要求？没有，就是我有机会还想找你们签专辑，就这样。哦，来啊，对啊，我是个，那就1月14号来签啊。可以，我1月14应该可以耶。你来找我，我会在。没进来，14号我们都在。哇，你们都在，我觉得我应该也是低调害羞，假装没事，假装自己路人。行啊，你要来承认你是美静，不然我们怎么找？假装自己是路人。对，我们终于要网友见面了。我们终于要网友见面会了。哎、如果你不承认，我们在门口写一个牌子说美静，请往这走。哇，这是陷阱吗？哎、欸，观众会不会也就是为了要捕捉我，所以就哇，趁机卖票，趁机赚一波。大赚一笔，对，来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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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啦等我等我回我去，这人家真的以为我们预录是不是？真的有人以为是预录吗？没有，不是，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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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刚刚很像效果器用错了，突然开了另外一个效果器。对，每天声音跟我真的差很多，他的声音比较好听。对，没有真会讲话，没有，我没有像吧？有像吗？对，我觉得自己听自己的声音都不准啊，我觉得，嗯，对自己听自己的声音真的是不是很准，对，可能大家真的很像。等一下，是不是也有观众要开始密说，嘿，是不是？真的不是。好，我们开完澄清大会了，下次是爆料大会的时间。对，但是下次爆料大会可能就不能用我的名字了，这样谁的猫？我家猫。对不起，我要把声音关掉。没关系啊，开始吵了。我们家的猫也会吵，但是它被我关在外面。真的，猫真的是各种，就是反正它都会一直乱录。对，真的。我直播的时候也常用。哦，对，我还要来自入一个东西，就是今年枪击波浪会有一只，就是。虚拟动画的 VR 会推出，对，刚忘了说。好，就大概的时间吗？要看枪击。啊，好哦，虚拟 VR sometime 会出现。对，应该会在3月啦，就是会配合就是一个时装周推出这样子。OK， 大约3月的时候会有。那我要把他们的频道你们的频道贴上来。对，到时候我会把网址给你。好，没问题。我们14号先来相见欢了。对，14号要相见欢，对，没错，可以来相见欢一下。我的确是会。我不想去录音了啦。你是不是也要来补兔？这真的是补兔陷阱哎、欸，真的。没有，我觉得阿丁是想来听八卦。阿丁感觉要来听八卦，对，我感觉开一个那个就是延后，然后举着手电讲八卦，哇，好具体哦，太具体了，还是要去德惠鹅肉？没有，我乱讲，我被盗，没被德惠鹅肉太危险，太危险了，真的太危险了，不能随时都会有那个感觉会有，对，那边太危险了，不能去，对，没错。我们要找那完全没有人的地方。对，我们要找没有人的地方，我们可能要就是对包场，对，
有人在赶你下播了耶。好，对，要下播，要下播，感谢感谢感谢管理员。好，那么今天就是谢谢所有观众，我就不一一打招呼了。今天感谢你们来听，然后也可以来看回放。刚刚我讲的话纯属被盗哈。好了，那就刚刚美静不是美静是我，对，我们其实是灵魂双胞胎，对对，好。大家都辛苦了，好，那1月14号，希望大家可以有空的话可以一起来听。对，就是表演这个价钱真的是很便宜，我真的觉得很听两团很佛心。对，好，那就先这样喽，大家辛苦了，晚安，晚安，晚安，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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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